亲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围棋 TV 为您带来的大赛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很高兴能跟陀佳希一起为大家做解说。各位收看围棋 TV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陀佳希，很高兴今天能为大家讲解。今天跟陀佳一起欣赏的是第18届名人战决赛第三盘那盘较量。是。名人战也是中国现在国内棋战最重要的头衔战吧。是，而且陈阳烨也是手握天元，然后向名人挑战，所以意义也更加重大一些。尤其前面他们两个人下成1-1，今天也是天王山之战。所以也是格外的重要。那事先依然有一个战斗值对比，一起来看一下。感觉平时我以前看这个就觉得这个战斗值的分析很有意思，但是感觉这个心理和内力就是写的有点模糊啊，就这两个具体什么意思不好理解啊。对，尤其内力，我现在也没有，就是内力高是体现在棋的什么方面？我觉得应该是体现在后半盘，就是整个功力上的那种啊，后半盘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感觉确实内力相当重要。是。但是感觉现在就是后半盘应该都比较厉害，尤其是双方可能劣势的时候下都不太好。就是大家等于现在后半盘这些都特别厉害，特别顽强。对，就是至少劣势的时候都比较好。那在力量上，两个人是相比其他 A 加这一档的棋手相对低一点，对，这个感觉写的也不是很好，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有一方面是他们就是在很多选择的情况下不会选择主动战斗，但是我觉得计算肯定都是相当强啊，就等于他们其实不是说战斗力不行，而是他们有的时候根据判断会选择，对，可能就是觉得另外就是比较简明了自己也取得优势。那心理上双方也总的来看都算比较高，总的来看还是陈阳烨稍占上风一些，综合评价。因为陈阳烨就是可能属于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都是就是成绩最顶尖的。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必杀技。谈笑依然是那个咏春拳啊，你知道这咏春拳是什么意思吗？咏春拳我还听说过，只能说，但感觉这两门武功都不是特别厉害啊。但其实这个咏春拳，当时小编在写的时候，只是看中了谈笑的那个外号“短先生”。这个咏春拳的特色不是出拳比较快，但是很短，然后你感觉太有意思了。那然后陈耀烨的这个如影随形腿是之前小编把它写成扫堂腿，然后引起了网友的公愤，大家觉得陈耀烨怎么能一个听上去、就是、绝杀不太好，对，这个绝杀是一点都不厉害。然后于是小编也是迫于无奈给他升级了一个看上去高端洋气上档次一点的，换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名字。对，但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还是地沟流嘛，就比较喜欢走在下三路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如影随形腿是出自金庸的天龙八部啊，属于少林72绝学之一。那是很厉害。比起原来的扫堂腿可能还是好了不少。是。然后总体评级上都是 A 加。对，都是双方都是 A 加。然后交锋战绩，确实感觉棋手之间有点这种胜负，就是风格上面那个相克的感觉。像这个谭笑在对陈耀烨上可能也属于就是自己比较有信心，因为之前就是战绩方面也属于遥遥领先嘛。是。那所以最后的预测上，这个小编写的是谭笑51%，陈耀烨49%。那你觉得他们这盘你更看好谁吗？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赛下到这个怎么说最关键的时候吧，就是以往那个
就是过去的胜负可能确实是一方面，但是最主要还是双方自己对自己心态的调整啊，还有状态的调整。嗯，我觉得就是下之前肯定还是五五开的胜负啊，就还是差不多双方。啊、嗯，那因为这盘棋也是天王山嘛，嗯，那就是说在下这盘棋的时候，心态上是不是说是这五盘中？应该说前四盘中最紧张的一盘呢，还是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每盘棋可能你自己的内心都是在变动、嗯、可能因为毕竟前面一比一等于就下到三盘棋了，是，那第一盘棋的胜负肯定是感觉更接近胜利了嘛，所以说肯定是很重要、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心态方面、嗯、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也有很多翻棋的经历，可能还是相对会把握的比较好。嗯，那相信会是一盘很精彩的对决，我们就来一起看棋吧。是，这盘棋是熬夜之黑。嗯，这个比赛是拆先呢，还是？对，第一盘拆先，然后前四盘等于是那个轮转，哦、然后最后如果下到决胜局的话，最后一盘再拆先。哦，明白了。那就是跟三番一样，也是第一盘拆先以后，对对，然后就等到最后一盘的时候。对，尤其等于现在又等于又下成最后的三番棋决战。是。嗯，上来白棋下一个、嗯、白棋这个对的这个小目属于现在很流行的布局、嗯、然后也是谭笑比较喜欢下的，我跟他下的几盘棋、嗯、最近他也都是这样下的。嗯嗯，这个布局的用意是就是比较打散黑棋的意图吗？还是这个布局主要是这盘棋黑棋选择了手脚，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定式很流行。嗯，对，这个最近特别常见。如果黑棋选择简单的顶，嗯，跳一个，这样的话，嗯，就是，嗯、这个是可能局部是差不多，但是白棋速度比较快，把黑棋的形势打散、嗯。然后就是中国规则贴星半也属于大贴目，可能要白棋相对好下一点。嗯。所以现在很少见到黑棋，因为几乎黑棋不会选择这个下法、对，但是其实同样的这个局部可能还是两分，因为黑白如果互换的话，就是黑棋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像如果是白棋挂角、嗯、黑棋选择这个加的定式的也比较少。就说明这个定式可能本身是差不多，但是怎么说白棋下成这样速度比较快就是白棋满意了。那也就是作为黑棋也是就下成这样的局面以后就棋面被打散了、所以作为黑棋、黑棋也不愿意下成这样。对，其实可能就是这样以后贴目要稍微困难一点点。黑棋选择手脚。这个就是属于走实地。我看他们双方第二盘就是谭笑也选择这个布局。可能也是我估计谭笑选择应该也是针对陈耀烨，因为平时上看上去谭笑好像没有基本没有下过这个布局。对，其实我觉得就这种比赛或多或少、嗯、就是如果觉得这个还可以总是想下一些就是对方不容易想到一下啊，这样虽然对双方都没什么准备，但是可能就是毕竟你黑棋能感主动心理上主动一些、啊，就也是一个心理战，因为事先双方肯定都会做很多准备，去研究你的棋，有一些功课上的准备。哦、你长下的布局，对方肯定都会就是、比较了解。实战白棋也有挂角的，但他实战就选择自己对淡淡的守了一个角。因为这个布局就是感觉下什么的，还是看自己的风格和这个当时想。我们黑棋也边，白棋拆边，看这样其实形成了一个，确实感觉挺有意思，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这个比本身中国流小黑手脚要满意一点啊、因为这样毕竟感觉对脚护得好一点，然后因为本身这样有一个漏，对这个地方白棋走的话。可以漏这个，可以漏这个、嗯，黑棋可能也是只有小尖，嗯，所以这样白棋就是这个局部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嗯，但是本身，如果下成这样，嗯，谭笑就比较喜欢下这个拆，然后正常来讲、黑棋肯定都是要挂进去，对，
现在等于虽然你这个地方稍微舒服一点，但白棋把这个脚手可能也觉得还可以，满意。对，嗯。然后黑棋就挂角了。嗯。对，挂的时候白棋也选择了这个下法。对，像这种时候挂，白棋肯定是要选择往这边加，因为现在双方黑棋这边有一个势力，白棋这边有三个子嘛。如果你正常选择脱退这个地方，对，如果选择最普通的脱退，嗯，这样的话，白棋虽然局部就是两分，但是这样的话感觉这边就你自己的形势被打散了，黑棋这边全连上，所以感觉白棋是不太满意的。对，而且这个头的方向也不是很好。是。嗯，所以实战白棋还是选择夹击。嗯，那现在就是现在大家都几乎不下这个二尖高加了吗？二尖高加首先很多时候是争自有利，而且像现在这个地方，黑棋还有单拖一个的下法。对。如果是最原来的定式是一直都这么下，是定式。对，这个是一个跟争下面争子有关系的定式。是的。我简单摆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属于白棋断，然后过一会儿来引争。但是黑棋现在可以单拖一个。白棋好，依然只有跳。对，白棋只有跳，黑棋可以选择搬。然后白棋断，白棋虎住。这个好像是最近演变出来的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定式。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下法，但是黑棋毕竟争了先手，速度要快一点。而且，我觉得布局他们两个的风格都属于下的比较快的。然后下的比较快的选手一般就是读秒读的相对少，所以说他会延续自己快的风格。因为你读秒读的少，毕竟进入读秒就是怎么说，你读的少，熟练度少，就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也都相对下的快的选手，他就是慢慢下的快，形成一种习惯，他就那个前面都会下的比较快。对，那就是这两位棋手都属于在整个棋界中相对比较快的棋手。我觉得算快吧，肯定两个都算下的快的。但是现在棋手里面，尤其是年轻棋手，下的慢的也比较少。就等于大家其实还是都下的挺快的。是的。因为可能现在无论是网上还有平时训练量比较大，所以对棋比较熟悉，所以自然前面就下的比较快。白棋依然选择了这个速度流的下法。然后又摆成了一个近期特别火的一个定式。是这样，应该是属于白棋的预想图吧。白棋下两个小目的意思应该就是你来挂我脚的时候我就要加，然后争取布出一个快速布局。那实战黑棋的选择是？实战黑棋也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顶一个。对，因为本身局部其实下法很多，有什么点啊、靠啊。是，我觉得现在黑棋，第一感是选择靠外面的这个定式啊，形成那个定式。是，然后黑棋走外面的势。这样好像似乎能跟右边的模样形成某种呼应。然后白棋搬一个。黑棋要提吗？黑棋要把这个提了，因为不提有引争也走不好。第一感觉得黑棋选择这个感觉跟前面的想法要连贯一点。但是确实，因为本来这个定式一般没有这个子，白棋是要接下来要挂进来的。对，白棋是要挂。那么黑棋能够守到，总是在这个配置上还是比较满意。而且本身这个，如果你是这个中国留下你这样的话，白棋现在也要挂进来。所以说感觉从心情上，如果是我的话，黑棋应该会这样选择，因为这样前面尤其是一开始布局把棋下在外面的价值要更大。但实战黑棋还是选择比较简单的实地下法。可能长夜还是对实地比较敏感，这个定式必定是先把脚卖了。是，可能刚才那个
黑棋选择的少，是因为局部黑棋要亏一点，嗯，就是要需要靠以后慢慢来，就是弥补回来。嗯，但是刚刚那个配合，其实如果是棋风，可能也跟棋风有关吧，啊，肯定有人我觉得会选择去是刚才就是至少我看来，我觉得黑棋下的还挺爽。嗯，是，是让黑棋顶。嗯。唯一这个地方黑棋便宜到的就是这个拆，就是现在跳这个，嗯，差属于一个小的拆一，跟白棋并到一下交换，嗯，这下是便宜的，因为本身你顶，嗯，别人尖，嗯，你挡，然后别人拆一个二，嗯，然后如果你能跳到这一下的话，是下面这样，嗯，这样，白棋虽然多拆了一路，但是。这样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如果少多了一个跳，对以后这边战斗都是很有影响的，嗯，很多时候本身白棋是要把这个棋贴起来，嗯，对，就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对，这样是要再贴一下之后把这个拐回去，哦，但是现在由于了黑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飞手脚，白棋可能觉得在这边再走墙就没有用，嗯，撞到对方这个头上，嗯，这样看黑棋这个就闪闪发光啊，嗯，是，对，所以说这个局部黑棋跳到一下可能便宜一点点，嗯，所以可能局部也是一个两分，对，可能黑棋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以后就选择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嗯，是，嗯，白棋尖，然后白棋先把这下嗯挂开一下，然后再回到上面的叉，嗯，这样感觉布局应该就算告一段落，嗯，下面黑棋的选择就是这一个手脚，然后两翼张开，嗯，看怎么破这边白棋的势力。嗯，那下成这样你个人更喜欢下黑棋还是白棋？下成这样我个人觉得白棋可以满意。哦，你是觉得下面比较广吗？主要是这面就是黑棋这边是一个正常的布局嘛，嗯，但是因为这个属于白棋都是拆二，已经把这个限制了一定的发挥，嗯，然后你要破，如果现在你主动进入白棋这边，就是这样破的话，嗯，可能自然而然白棋下后了，这个黑棋这边就不是很好围了。嗯，是，而且如果一旦白棋都后了，那黑棋这个大飞手脚明显有破绽，而且对，而且也属于有点薄，嗯，可能以后慢慢走了，就是如果再补一个的话反而不如这个下法，对，实战黑棋是打弱的，嗯，感觉上这一步就是不如掉一个，嗯，掉一个白棋应该会小尖，嗯，黑棋就靠一下，长还是长吧，长，然后这样黑棋如果接住的话，嗯，就走一个，对，这样黑棋就有点重，嗯，属于这个还要被攻，对，黑棋大概拆就是先把你这边破，其实正常我觉得破这边和破这边两边应该是差不多大的，但是这边白棋这两个子局部搬，对，这个如果看成白棋的权利的话，这样这两个肯定是白棋的权利，嗯，等于这个地方是有四个子，这四个子可能比这两个子就是要厚一点，嗯，所以你破这边可能对就是都破完之后对白棋的压力要大一点，嗯，实战这个他是选择走这边，对，嗯，白棋，然后白棋就把这两下交换掉，嗯，然后飞一个，一起跳，白棋也跳，嗯，这样看啊，白棋这块棋确实比较有弹性，嗯，原味更丰富一点，形状要好一点，嗯，然后黑棋跳，嗯，好，白棋围了一个，对，这个时候就是相对的你破这块和破这块，现在你把这块破完之后，但是这边如果被白棋全部乘上空的话，这个地方简单点一下，嗯，一二三四五六九十二十三二十三三十三，感觉已经四全围上四十目都不止了，嗯，尤其是黑棋如果这个一直就是这样跑出来以后被白棋震过来的话，嗯，还是不但是攻不到白棋，自己还是有问题，对，嗯，所以说感觉黑棋这个地方就是从这边打不如这样震过来，哦，就还是不如从这边进的，对，不如把这块棋打了，把这块棋打了的话，如果简单的，
如果算顶一下吧，嗯，再看啊，如果简单下成这样的话，嗯，这样两块对跑，可能白棋这边的潜力本身要小一点，嗯，然后嗯，这块跑出来之后，白棋这边毕竟比刚才要薄一点，嗯，而且白棋基本上这边还是得走一手，就是跟着对，可能这边也要跳，白棋虽然暂时不会补，但是就是围的时候也有点难受，嗯，实际上黑棋还是选择这边，嗯。我觉得他从这边打的本身想法是觉得白棋这个地方不好围，嗯，因为白棋围在这儿的话下面毕竟还是有点薄，嗯，如果白棋围的更再小一点的话，黑棋可能想以后从这边漏也就算了，是这白棋由于这地方是高位，这下面围控的时候还是差一点，是白棋走在这儿，嗯，黑棋心情上就要把这个打入，嗯，白棋再定，嗯，不给借用，盯一个是这样。如果你下这种尖的话，别人跳一个，嗯，反而你发现这个就使不上力了，嗯。如果这其实盯在这儿的话，对方无论怎么挨着，你走都是后手。嗯，碰一个，再飞，飞一个，嗯。这个时候感觉是，嗯，黑棋稍微有点苦，白棋要好下一点。白棋实战阵了，嗯，黑棋贴，看，嗯，双方下的也挺直接的，就是啊，嗯，对，感觉就是双方觉得都不好走的时候，嗯，黑棋就是从这儿打入进来，就很自然的发生战斗。嗯，如果这个地方，嗯，首先尤其下棋，很多时候拼的是一种就是心情和气势嘛，啊，肯定。就是比如说你围小一点啊，或者你退一路的话，嗯，肯定首先都不肯，然后就发生战斗。嗯，但这个地方，嗯，感觉是黑棋有点勉强。嗯，白棋挖针。对，那这个地方双方下的也都这样就必然了，嗯，双方选择了一个都没有退路的图。嗯，黑棋把这个粘住。嗯。嗯，实战我觉得白棋下的很好，嗯，然后直接点这个引征，嗯，因为本身你断这个，对，黑棋征，黑棋还可以并，啊，还可以再并一下，是，对，并一个，如果因为现在征子不利，这个必须得吃死之后不好，嗯，然后黑棋这边点一块，这样的话，嗯，感觉这两个子就很危险，啊，尤其是如果你。在这边拱的话，就即使把这个吃了，脚上也都撞伤了，啊，所以说这种很多时候像这种棋高手肯定都是应该留着，啊，因为你直接动的话就是不太行，嗯，就不如先把这个引征，对，因为如果现在黑棋这地方硬的话，白棋再断，嗯，那么这个时候黑棋补完以后，白的就可以补在这边，对，白棋如果能补在这边的话，黑棋这边就要死了，嗯，是先一条件，嗯，那这样的话他少交换了这一下肯定是好太多，对，这样的话白棋以后就可以从这边套出来，嗯，然后先把这个冲，这等于走了一把飞刀，嗯，感觉白棋还是挺爽的，嗯，黑棋飞了一个，对，然后白棋再回到下面，嗯，是，对，白棋再套一个，这个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地方既把你穿了，这个地方我又能把你下面两个子再吃住的话，等于你只是中间走了一层皮，嗯，黑棋是完全不能满意的。对，所以黑的也是必须在这里面有一些手段。对，白棋黑棋肯定是要想一些办法的。嗯。实战黑棋靠了。嗯。嗯，感觉当你不知道下什么的时候，嗯，一般都是靠或者是扭断这种来寻求一些头绪，腾挪借用，嗯，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就算你没有看清对方应对失误了的话你还是有棋下，嗯，白棋这样，嗯，白棋简单的应是不行吗？嗯，白棋如果简单的比如说顶一个，嗯，这样的话嗯，黑棋靠一个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嗯，这样黑棋再靠，
就是这一下它防了一个断点。对，如果本身没有这一下靠的话，白棋冲，黑棋再冲。黑棋如果挡住的话，白棋可以断。是，这样黑棋只有粘回来，嗯，白棋吃住。这样这个长还是先手，等于黑棋下面还是全死。嗯。但是如果靠一个跟你顶一个交换打的话，嗯，再想成这样，你冲我挡你就没法断了。嗯，等于这样黑棋就只死了这一个子。嗯，那同理就是白棋挡在这儿的话，它依然起到了这个效果。对，依然的话还是就是白棋在这边普通的硬的话，黑棋这边就便宜了。嗯，所以实战白棋的下法也是硬的很强硬。对，实战白棋就反击了。在然后黑棋冲，嗯，对，这一串应该就属于闭着，嗯，这样的话黑棋再搬掉，嗯，这样通过，如果本身冲了大师是你的权利的话，嗯，现在你这一下跟他交换之后，你再一搬，感觉黑棋就要就是有棋下了，嗯。嗯，白棋打吃。嗯，黑棋吃。黑棋打吃。嗯，白棋提。黑棋也提了一个子。嗯。然后白棋挤住。这样，感觉上黑棋这个碰还是有所得，因为本身，一靠是这两个子就不是很好办。嗯，现在黑棋这个地方先手提出一个子。嗯，感觉还是有便宜的，而且这个地方多一个粘，把这三个字也要连换。嗯，对，中府也稍微厚了一点点。嗯，但是呢，下成这样，你觉得形势怎么样？像这样，黑棋这边应该还得接着走，因为你如果不走的话，这一贴还是要，还是很大。是，如果这个地方普通的贴一个，嗯，白棋大概就会打，嗯，黑棋如果粘，那白棋可能就不走。对，白棋，不知道是会打入这个，还是在这种地方连一，把这个地，嗯，这个地方其实顶一个也非常大，嗯，因为你如果打的话，它一般，如果你连扳，但是连扳有一个比较损的地方，嗯。这样他对他大概会接住，这样你这边就便宜不到，嗯，这样等于黑棋这个连回来还是不是很满意，因为这虽然连了，但是白棋这下面捞木数的同时把这个地方连后，嗯，这样白棋全盘就没有很就是没有薄弱的地方了。嗯，但你顶的时候能不能立啊？立一个我冲，我打，这样的话我拐一个就是先手。嗯，确实，你木已经便宜。这样，也有难受的地方。嗯，实战黑棋选择这个打劫，我觉得还是，这个局面下最好的一步。嗯，它等于实战是先手把它定型了一下。对，因为你贴回来的话，这个局部应该要落后手，嗯，然后把这个子虽然连上，但是，落完后手之后，外面还是很广的。嗯，但是实战它这个搬下来就是寻求。把这个弃了，走一个先生，嗯，然后打吃，对，提级，黑棋找级，黑棋靠这个，靠这个，的时候只有赢，因为这边如果你补一个虽然很大，但是这边被对方下去的话，就等于走了一把飞刀。嗯，就是白棋这儿的所获得的利益还是远不如上面这一把飞刀的价值。是，然后白棋应劫。黑棋替换了，对，这也就是黑棋打劫为什么？因为这个劫黑棋明显比较轻，那白棋是不能被踢掉的。如果这个地方被，无论是你走哪两步，这个被一踢，下步这一挡还是要死的。嗯，这地方差了四五数，是。这样黑棋选择打劫有一个好处，就是本身就是在你的控里，嗯，就是这样的话，无论你在对方控里做活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比较多。如果同样的，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嗯，白棋打进来，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很大的打劫，那白棋肯定也负担就小，因为本身就是在你的控里。这样白棋应接。嗯，
那么太气就气了，实战它就等于把这几个子气掉。对，然后已经搬了一下。嗯，这样的话，它这个地方保留一个这个打车那个打车的先手，还有一个劫残。嗯，黑棋也一直都不会走，除非打劫的时候。对，现在我们可以判断一下这个形势。嗯，白棋这边是八目九十，二十二十六二十八二九三十，点到这一线的话三十二目。嗯，这个地方即使算最差的，黑棋能大飞到一下，这儿应该能点三目。白棋之外棋三十五目。嗯，而且这一下交换，黑棋肯定是不可能交换得到。嗯，然后这边十五目，嗯嗯，现在白棋大概全盘五十目。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薄的地方，暂时是不这个地方肯定是以后要欠目。对，嗯，然后黑棋这个角上九目棋，嗯，这边两目、六目、八目棋、十七目棋，嗯，十七目这边有五个子，嗯，五个子。如果是布局的时候一上棋应该能点十目，啊，但现在如果简单算这条边的话，十三十二十三十，这样感觉五个子这两条边应该能算围到一边，围到一边的话，嗯，这块应该就三十目。嗯，这样的话等于该黑棋下目数，刚才白棋是五十目，嗯，黑棋大概全盘还不到五十目。是，但是唯一我们没有判断的就是白棋这五个子其实是薄的，嗯，就是不知道慢慢的欠多少。对，黑棋能通过攻击能获得多少的利益。嗯，所以实战黑棋先跳。嗯，这正常来讲的白棋正常来讲对白棋可能会在这边硬，或者这种管尖一个的话，可能以后对这边要好一点。嗯，但是它上面就对上面又多一个先手，白棋可能现在正常补一个的话，黑棋大概就会跳了。嗯，这样的话，刚才给朱爱棋点了三十目，现在是十二、二十二、四、二十六、三六，现在基本控就已经四十五目了。嗯，然后上面还有一定的潜力。嗯，然后白棋可能反而没怎么涨。对，所以说黑棋如果能跳到这下，再把这个一围的话，嗯，可能就是白棋不太满意了，因为这块棋，嗯，感觉已经不太好破了。是，就白黑的这边好像把两边都兼顾到了。啊，现在白棋无论打哪一边都比较困难。对，尤其是你跑出一块孤棋，这边本身就有一块孤棋。嗯，所以实战白棋下的比较狠。嗯，对。我先不补，我先把你这个空打。对。嗯，这步棋好像也是中午封盘的时候。啊，对。这样感觉双方这边经过一系列转换，现在下到这边就是依然是很复杂，白棋目数领先，但是你抢到这个目数的同时这边就变得更薄了。嗯，那黑棋是不是还是在这边的这个一系列的下法中得分了？哦，对，尤其是从这个靠开始。啊，因为本身黑棋不太好处理的地方，嗯，现在这个地方通过多这么多子不但把白棋目数缩小了，而且自己也变厚。嗯，也就是白棋这个地方当时他这步挤的时候，嗯，退一个是不太肯是吗？下面的目数会啊，对，退一个的时候黑棋连上。嗯，那样的话就是他没有这样比较紧，而且那样对方打下来还是先生。嗯，就等于白棋本来是想帮助一点，对，但是黑棋实战这个简明的打劫，黑棋这个打劫就是选择的比较好。嗯，那现在的话应该还是黑棋稍微主动一点。嗯，现在应该还是两分，就是看主要这两边的下法会下成什么样。嗯，那么这盘棋等于下到这儿的时候是中午封盘，双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以后再战。嗯，那我们的解说也可以封下盘，因为在周六的时候我们这个下午直播围甲的时候有一个竞猜有奖竞猜活动，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抽一下这个活动的幸运观众。好。嗯，我们那天是对于广西华南队和中国上海移动通信队两个队进行的预测，那么有一些棋友
成功的猜对了之后，现在我们要抽出三位幸运观众，将会获得由 CCTV 五家频道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个第一位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他这个应该怎么叫啊，这个应该就是随便起的一个英文字母的名字。嗯，那恭喜这位幸运观众 W 开头，对，尾号是一个一。那么我再抽下一位呀。啊、哦，好像一般都是这种英文加数字的结合。嗯，对，但这种我觉得一般起名字很有可能起跟自己有关的拼音简称、哦、但是一般不熟悉的人还是看不太懂的。是，那我们只能恭喜这位幸运观众，不知道怎么叫你。再来一位007。然后恭喜007啊、哦、再恭喜这位AHEDAYE。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读。那、恭喜这三位幸运观众。哎，不过据我所知，我们其实我那天也猜对了，但我很郁闷的是，为什么没有抽到我？所以可能还是以后有更大的奖等着你。嗯，好吧，那我只能期待那时候了。嗯，那恭喜刚刚获奖的三位幸运观众，将会获得由 CCTV 五家频道提供的日本折扇一柄。日本的扇子怎么说，就是棋友都很喜欢、嗯、就是拿扇子找那个就自己收藏啊，或者签名，或者平时自己来用。但是日本确实，日本的扇子是做工最好的、哦、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还跟我说，如果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多买几把扇子、哦、给他带一些扇子、嗯、对，因为那个日本就是你这样就是折来折去，不但很有手感，而且那个并不容易坏。嗯，而且声音也挺好听的。是，嗯，好像在给日本折扇打广告的感觉。没有，只是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奖品还是很不错的。嗯，是，像棋手本身也很多人在用。啊，对对，很多棋手下棋的时候都比较习惯，就是有把扇子可能。嗯，你有这习惯吗？啊，我没有这个习惯。那你下棋的时候就是你也不会想去拿什么东西啊、对，其实这个习惯都是一点点养成了。可能你本身如果当时恰好有一把扇子，然后总拿在手里、嗯、慢慢你就养成这个习惯了。但是如果就是没有的话，当然没有这习惯。嗯，好，那我们可以再回到嗯，我们接下来看这盘棋吧。那经过中午的一个休息之后，嗯，下午一点的时候续赛。中午的就是一个双方一个休息，嗯，它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对棋手是就是很宝贵的，因为那个上午、嗯、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你中午就是都能冷静的下来想一想，然后下午就是自己、嗯、无论是对哪个局部的处理，还是那个自己对自己一些就本身想法的一些处理吧，嗯。那而且我觉得跟棋手这个习惯不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午休的时间好好思考这盘棋，但好像也有一些棋手觉得中午的时候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放松啊。对对，这个是跟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可能那个精力好的人就是还会就是在就是自己的时间想一想这个棋该怎么下、嗯、但是也有很多人就会躺一会儿啊，或者是休息一会儿这种，然后把精力更好的留在下午。嗯，那你一般午休的时候是休息还是？我一般都会可能躺一会儿比较多，就不在这个专纠结于棋上。啊、对，因为可能就是躺着的时候，自己的脑海里肯定也会想棋、嗯，但是。就是毕竟躺着的时候还能休息一下，如果是一直比如说在网上摆一摆这种、嗯、可能更耗费自己的精力。对，因为也有一些棋手就喜欢比较早的吃完饭以后简单的休息以后就坐在那个棋盘前。对，其实这些也都是小的习惯，就像跟扇、嗯、刚才的扇子一样，都没有好坏之分。嗯，那我们再回到棋上。导播睡着了吗？接一个。对，这也是局部这个比较常见的应法了，在打入、对，打入其实基本只有尖在外面和跳在下面，就是两种应法、嗯、一种是就是跳一个很简单，就是把自己的实地补充、嗯、
那像现在就是黑棋肯定是要抢到先手之后进攻白棋这边，所以说尖一个应该是唯一的选择。嗯，那这个局部上应该不会，就黑棋都不会压吧？啊，对，就是压一个白棋一长、嗯，黑棋大概长或者应该会粘住、嗯，因为你再长的话，这一下交换你就是亏的，嗯、这样白棋可以大飞进去、嗯。但如果你长的话，白棋顶，嗯、你长起来。然后大飞，你黑棋一般这样选择就是，你尖一个，嗯，白棋就是直接冲断你，这样的话就是上面是很有关系的时候，你才会选择靠压。如果上面是你后，对方只能在下面做活的时候，你肯定是尖一个要更好一点。嗯，就对白棋的眼位更压迫更大。嗯、对。白棋点，嗯，白棋粘，白棋盘，嗯啊，局部双方也就是对下了一个很普通的定式，很常见的一个白棋做活一小块的一下，嗯，那白棋就成功的破掉了黑棋，嗯是，但是黑棋也取得了一个宝贵的先手，嗯，而且黑的也加固了他这边，这样等于。这边应该到这一线白棋很难破掉的。嗯，是等于像是这样的话，最后的胜负处就集中在这个就是四分之一多一点的局部。嗯，这样黑棋首先肯定会贴这，这样的话、嗯、等于它短时间能把你分割成这个两个子是一块棋，这边是一块棋、嗯、这五个子也是一块棋，看黑棋对这边的进攻能够得到多少目数的便宜，可能是这盘胜负的关键。嗯，我们可以先开始粘，黑棋粘，白棋拖，哦，黑棋搬，嗯，然后白棋就简单做活，但是他这两下确实对这边很伤、嗯，是，但是这样也是没办法，先拖一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嗯，如果你不先拖这一下，嗯、直接搬火，嗯，白棋打吃，粘，然后粘上，你等于也是要煎一个做活，对。这样的话黑棋另一个对角上是先手、哦、然后所以说你先拖一下的话如果对方立你这边就可以搬粘着做活、嗯、这样等于可以像是这样、嗯、然后如果这样活了之后这个家对这边的眼位肯定是有关系的嗯，所以说白棋先拖是次序下的很好对，这样的话虽然这边是撞伤了，但是脚上毕竟是先活了。对，黑棋如果这个时候简单的粘，那么白棋补在这儿的话、哦，能够争到一个先手。是这样的话，黑棋下去如果不算就是厚薄原因的话，本身就破了白棋不到十目棋、嗯，然后白棋现在脚上有四目棋，然后还黑棋目数还少、嗯，所以说如果黑棋只是简单后手硬的话，这个局部等于目数又亏了。嗯。所以黑的先保留这个地方不走，因为黑的还有别的可能性。对，这样黑棋肯定是要攻这块。嗯，要追究上面白棋的保卫，因为像刚刚这个地方本身，白棋欠多少目就是未知数。是。然后现在上面这块又更薄了。嗯。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可能是要主动一点。嗯。因为我觉得像下这种棋、嗯、就是白棋目数虽然有领先、嗯、但是感觉每个地方都要亏一点，所以说黑棋还是可以说黑棋可以根据自己的形式来选择。嗯，现在就是纯目数上大概怎么样？纯目数现在刚才我们判断这把棋35目、嗯、现在就差不多了、嗯、因为现在黑棋大飞的话可能你尖一个35，但是你不尖的话这个地方大概就少了个5-6目，然后你尖一个自己多个5-6目，所以说这地方依然还是35目、嗯、但是这个地方五目棋吧40、嗯、40，然后这个角点个7目棋47，但是这两块就是没法点目、嗯、因为这个这边如果现在轮黑棋动手，黑棋点一个、嗯、白棋冲，黑棋一路搬、嗯、白棋如果现在只有挡的话，对，黑棋这样活到太委屈，然后白棋还只有坐野、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的目吃的比白棋还要大，对，但是如果白棋选择粘这个，
嗯，局部是死的啊，局部这个是打结活了，这样黑棋也只有点在这儿，白棋这个挡先生，嗯，黑棋摘上，嗯，然后等于是通过这个打结来给中白棋的死活了，然后同样这五个字现在一就是明确的眼位也看不到，所以说也是不能就是判断进去的。嗯，那么如果不拆这两块的话，黑棋的目数怎么样？黑棋这个角上点六目棋。嗯嗯，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点，感觉这边跟中间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这边先不点，这边可能十五目就是最基本的空就行，二十一目、三十目，三十八目吧。现在好像如果单纯看目数的话，好像白棋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是，但是黑棋中间的潜力特别大。嗯。尤其我觉得像现在像是这样两个棋手肯定是不会去判断形势，因为像这个地方白棋有两块不安定的时候，就是你稍微退让一点点，或者是无论谁稍微退让一点点，可能差的目数都是以五六目来为计，所以说现在双方肯定谁都不想主动先退缩。嗯，那就是胜负的关键还是看这一块，对，看这两块棋就是处理的怎么样。嗯，黑棋能够获得多大的利益。嗯，是。那实战白棋的这步跳是选择走在上面。对，它这个跳就像刚才说的，就是现在这两边没有定型的地方比较多。嗯，如果本身它想做活的话，可能选择在下面飞啊，在这个地方尖一个。嗯，但是如果白棋选择先退缩的话，黑棋就会这个地方点，然后点了扳。这样的话对被对方一走可能刚才我们点白棋盘面要领先好多，但这样一下完黑棋这地方成的目数就首先很多，然后黑棋再来进攻你的时候，黑棋就是可以说风险没有那么大了，它就有更多跟你选择收控的余地。嗯，但是如果白棋跳在这儿，这样的话黑棋点了马上来这个手段，白棋粘一个，这白棋会粘一个，粘一个，这样这个地方一冲等于就能冲了，对，联络了。这样的话等于就是我跳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这个地方目数先撑住，你攻我中间，如果你就如果这个地方黑棋攻能让白棋先把这个活了，我下面才能考虑退让，如果这个地方没定型，那边白棋肯定也是不肯退的。那等于白棋就还是先把这上面的目数帮住，然后根据这边的情况再决定他这边到底怎么应。对，那实战黑棋也是下的非常狠，直接点到二五。这样看上去就，如果从单从这块来讲，这个的眼位还是明显比走在下面差很多。因为这个跳，因为这种地方是属于公共的地方，就是。你即使走个两三步也很难看出明显的眼，不像你走在下面，比如说这一小尖下步再一飞，就是基本上已经能看出是活的。是跳一个，那应该也是白棋对形势的一个判断，就是他觉得这种稳健的下法可能对可能是不太有利乐观。这样我觉得就是黑棋现在是很主动，因为白棋这块棋感觉是特别苦，然后黑棋如果能通过攻击获得就是很多的目数的话，白棋也是就是不好下。嗯，但是就黑棋也要小心，一旦就是它稍微软一点被白棋轻松处理。对，尤其像白棋这种跳，就是要不但要活，而且要往上面活，往你目里活。对，活到你的空里的话，可能就是所以说黑棋攻击也要好好选点。嗯，那实战白棋往里走，就是如果被白棋两块轻松的做活的话，那对那样黑棋肯定就目数就不够了。嗯，对，实战黑棋的下一步也挺有意思的，这步虎好像看上去先把上面卖了。对，但是虎一个他的想法就是我虎，你如果挡，我本身这个地方。因为白棋如果我现在首先贸然进攻你的话，白棋这个地方冲断，冲断黑棋还要补，但这个上面是有保卫的，对，
这样我如果我先胡你挡一个，以后我这个侯还有可能是先生，因为下面这一班一个是打劫的。对，所以说黑棋虎一个就是说我要肯定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这个中介的。嗯，但是他确实也是卖掉了这个那样收官的可能性。啊，对。那黑的应该有后续手段。嗯。先挡住，挡在这里。这样。就怎么说，嗯，就是药业很多时候，刚才我们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力量、药业和谈笑，就是写的都不是特别足，但是就是说明他们对这个棋都是有自己的判断与感觉，可能就是像我下的话，我可能就是会这种直接进攻，但是他们就是，他比如说现在的判断我挡一个不但补强了自身，而且这个地方目数本身就特别大，我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于他来说他是觉得是更好下的。嗯，就是他更擅长这种方式。对，他更擅长就这样慢慢来走。嗯，但如果说是棋风比较，对，就是如果你是直线进攻的话肯定就是我觉得像我肯定就是直接点进来就是攻对方了。嗯，这样点如果白棋粘，嗯，黑棋抗，嗯，白棋打，黑棋粘住，嗯，这样的话，嗯，我觉得首先白棋如果挡一下，因为这边黑棋一跳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半直线，嗯，然后那这个上面毕竟黑棋也蛮厚的，所以说不是很难活，但是我靠的时候，白棋应该会选择挖这个，哦，挖这个我吃，嗯。一打吃啊，我提啊，这样白棋确实对，这样的话虽然这边还是半只眼，但是由于这边你提了打先生，感觉白棋外面还是多了好多个子。嗯，我觉得实战就是黑棋也是觉得这样直接来攻没有把握吧。嗯，有一定风险。对，实战他还是很厚重的把这个虎挡住了。嗯，白棋顶，黑棋再顶。嗯，嗯，感觉这样这一下交换确实好像是比我直接来攻要好，因为这一档走到了目数，而且把这边可以说刚才这边唯一的缺陷还给联络上了。嗯，那白的这个时候这不顶是什么用意？他为什么要顶在这儿呢？不顶主要是不好下呀。因为像刚才说的黑棋这个猴对下面是先生，嗯，所以说这边你没有形状，但你如果顶在这儿的话他再顶已经不是先生了，因为这个冲先生搬这边就可以打了，等于白棋是在防黑棋这个地方打劫威胁。对，就是说黑棋这个地方不交换让你来走，但是我保留着很多像这种猴之类的先生，所以说等于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你，然后看你先怎么来下，这样也是对自己风险比较小，他这每手其实走在目数上啊，是这样可以说是比较稳健的下法。嗯，那是占白棋顶，黑棋再顶，嗯，白棋贴，嗯，黑棋搬，嗯，白棋现在肯定不能忍，对，白棋只有打吃，然后黑棋再冲，嗯，白棋打，这样搬一下就是意思就是我把这个子变成绝仙，这个粘，这样下一步爬就把你爬死了。是，本身如果单粘这个的话还有可，如果你先把别人卖活还有点担心这边别人再加一个为所作活，对，白棋很有可能就把这边补了，你走我就忍了。 对， 对，这样我其实跟刚刚那个目数就是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中间如果被活了的话还是不行。嗯，黑棋等于是杜绝白棋可转换的可能性，然后再冲，然后白棋粘，如果这样白棋断黑棋粘先手，就等于上面一个吃下面一个爬，就黑棋见合了。嗯，白棋粘住，嗯，然后黑棋再粘，白棋接，黑棋打，这个时候白棋提劫之前先点那个，哦，一起打。嗯，我觉得现在就是胜负就属于一本道，
就是下到现在这样，嗯，就是下面板这边已经先安定一块了，就看这边就是黑棋能不能吃住。嗯，白棋尖一下，这个属于先手权利。嗯，那白的是只要做活了，目数上就。对，我觉得白棋只要把这块棋安全处理了，黑棋就不够了。嗯，那等于现在双方在这个地方，白棋等于是下的比较强硬，现在就把赌注都压在这一块棋上面，双方都是。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看中间这块棋白棋能不能做活。嗯，这样白棋尖，嗯，黑棋把这个踢回去。啊，白棋忍，嗯，因为现在全盘显然是黑棋比较厚，白棋不能跟黑棋打劫。然后黑棋尖，嗯，白棋尖，嗯，感觉这个白棋不像活的样子，因为黑棋这边贴在这儿，是感觉黑棋都很厚。嗯，黑的主要自身联络都特别好，对，就白棋想在黑棋身上找借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地儿，因为这地方黑棋就保留这两个先生，对，保留这个两个吃士先生，这样的话白棋最多是在这一带可能能做出一只眼，但是想在这个地方寻求联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边这两个永远都是绝线，如果这边子你因为活中央而这个不要了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嗯，黑棋选择加进来，嗯，全都是走最直接的下法。是，当初白的把这下打掉是不是便宜？就是他在尖之前。啊，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就是黑棋没有提这一下。啊、如果你选择这个时候走、啊、是便宜，但是别人这个打吃就是先手。还是白棋还是不肯先卖目数，对，就是白棋肯定是想我就跟你赌这一块棋了，如果先打是这个，这边可能应该亏了有个两三目，是，嗯，是这样，行，是这样，好像白棋只能往外跑，就局部想做眼还是很难，对，局部太难了，黑棋这一家其实就是很简单，如果你现在要做中间这一只眼我就给你做、嗯、然后我就刺，我就走比较俗的，嗯，啊，这样我还是单臂一个嘛，几下刚才那样，对，有点俗。这样的话，等于你这个地方中间只有一只眼，然后这边你想在我就是这个好几块后势中间做出一只眼，应该是不可能的。嗯，白棋打，对，不能。就是被你把变化走的都看得清，嗯，可以打吃。嗯，那现在就是白棋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眼了。嗯，对，黑棋占着。对，就也就是说，白棋必须在这个地方怎么能联络上？因为这个地方白棋黑棋的并一个是先手，并、嗯、一个对这边是有要求断你的，白棋只有顶。这样的话，嗯，下面尖一个，嗯，你得拱。我顶，再翻，我顶，还是没有眼，下面也是没有眼，嗯，因为你连扳一个，我就点，你做一个我就好运，是，这样下面是一只眼都没有，主要现在就是看中央能否，就白棋能否跟大本营联络，啊、嗯、对，但看上去还是，看上去好像很困难，嗯。现在就是等于是中间要做两只眼了，嗯，现在看一下这个棋，好像尖了一个，嗯，显然白棋比较危险，现在黑棋抗，嗯，白棋扳，嗯，黑棋长，对，下成这样，这样的话就是白棋这一带有先手，因为如果这边有个子的话，这一贴就已经联络，因为黑棋扳，白棋断，嗯，这个地方打吃和这个地方打吃就能吃通的，是，但是你在这边普通走，黑棋可以拐住，对，你这个地方想做两只眼还是太难了、嗯、太难了，对，因为黑棋都是铁臂压通步的人，对，看一下如果走这个，嗯，黑棋肯定要变，
白棋粘住。嗯，这棋如果做这么硬，嗯，黑棋硬一个。白棋如果做个眼，嗯，我破眼，就是这地方怎么还能再拱出一只眼？对，现在感觉白棋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啊，这个地方。我们白辅的时候有点失误、啊、这个地方还冲跟挡交换了一下，更应该是亏了白棋，白棋本来这边什么隐隐约约的走，对，但是他本身冲掉的话是想以后这边走下面的时候就要便宜一点的、嗯啊、白棋现在也是主动的出了一张兵了一个。嗯，不知道他们双方到现在的用时是怎么样的，会进入读秒吗、现在那个我觉得是两个人用时不会差太多，应该都没有进入读秒。嗯，对，现在是下午三点。嗯，这个另一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何用意啊？另一个如果黑棋点一个，嗯，然后再把外面封住、嗯、然后封这边，对，这样的话他另一个意思就是断这个先手是最大的，因为这边他有一记冲，嗯，断这个黑棋只有硬外面，对，不硬的话因为在七紧嘛，就是这一冲断两个、黑棋可能还可以硬到，如果先看黑棋硬这白棋虎，黑棋长，嗯，白棋压，黑棋长，你是要打入吗？打一下有可能是锁手是吧？直接打入。嗯。哦，这样好像还是有点混乱。嗯，但黑的补在这儿啊，补在这儿也不见得便宜。这靠完了搬粘，可能也得赢。哦，是。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还是有一点点乱的。这样啊。如果可以拖一个，嗯，白棋打，嗯，这样好像就活了嘛，所以说黑棋还是不能这样下。嗯，如果并一个，黑棋怎么办呢？双方好像以理。陈阳烨的风格比较擅长制孤的话，那应该在对这种直线攻击、直线计算上应该还是比较擅长。嗯，怎么说呢？就是直线的计算力，双方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看来这个粘一个是不是一个要点？你的意思就是我这地方有问题，我现在不能回去。对，因为你本身如果往外补的话。我就冲一下，之后再把你这个断了。我走不到，就是我挡不到这一下。对，如果你要是走这个，嗯，你再补外面。我点在这儿。你还是强调我这儿有问题。对。哎，我如果他飞，这样我还是断。嗯，我粘这个。这个我是不是能用这个先生？嗯，大吃。我粘上。嗯，这样好像，我就只有这样吃你。然后你再煎在外面。对，再煎在这儿。但这个味道是不是我这有先生？味道也很坏啊。嗯。就还是有一点点乱的。如果白棋跳这个，黑棋怎么办呢？现在胜负就在此了，因为白棋都已经活到黑棋空里，就黑棋也是没有退路，必须黑棋除非能在 这边和这边就是脚上通过一些转换，如果是直接收目的话，黑棋应该是要不够。嗯，感觉是从进程上来看，是的，我们先来判断一下形势吧。嗯，就黑棋有没有闪的可能性，黑棋有没有可能来跟白棋收控慢慢下。嗯，如果这块棋还算白棋35目、40目、47目、48、49、50、多少算54目白棋。嗯，
黑棋六目，十目，十五目，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十三目。白棋是五十五目，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边要围上二十目，不太，就是如果应该是不太可能，就是说这样下的话，黑棋还是正常收目还是不行，还是要看，除非他在转换中把这块卷死了，还是要说他通过获利才有可能。这边如果黑棋断这个嘛，就直接断了，是吧？我如果跳家，如果你跳家，我点一个啊。这样的话，我刚才这个接跟你这个子交换，有可能是吃亏的。如果你接一个，我推一个，团在这儿。这样我好像还是不太行啊。对，黑棋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厚。所以说白棋 B 一个也是好棋啊。那不知道当时说黑棋是不是应该跳这个能给白棋进攻少一点，不知道。因为刚开始第一感的话，我们是觉得这棋白棋活比较困难，所以就觉得简单走。但好像白棋这个病确实是一个意外，病确实是好棋。黑棋好像靠了长，有点帮白棋走棋的感觉。因为这样的话，白棋并一个，它主要是追求这个地方连下出两个先生。如果跳一个，就是如果白棋现在靠黑棋再顶的话，那肯定是明显便宜。如果白棋还是这种简单走，黑棋就可以直接挺。对，它等于没有这一下跟这个子的交换。对，这样的话，这个子的作用肯定不如白棋把这个子断了的作用大。他这样会不会唯一的就是有点担心下面的问题？对，下面可能因为白棋做活的时候，很有可能黑棋这个局部就不活了。就也是有担心的地方。但我觉得现在双方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可能黑棋这个靠着长还是稍微有点草率。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最近那个药业的比赛确实是特别特别多。因为他感觉跟我就是一直就是，首先他这个11月份嘛，11月2号我们一起去下了一场联赛，对，然后11月的5号和7号他跟谭笑先下了名人战的前两轮，对，前两轮，然后那个我们10号一起出发去韩国去下那个 LG 杯，然后我们14号回来之后，15号就是那个去联赛，16号又下了一盘联赛，然后他们一起17号来就是去深圳，然后要下这个名战的后三盘，所以说很多时候可能本身是可以收目或者有一些别的下法的时候，他一般都就是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疲劳，然后就是选择相对就是要直线一点，就是有点想速战速决，因为确实可能对比较下棋下太多。而且确实也是一直在舟车劳顿到处。是。所以说这个，所以棋手如果下得好的话，比赛真的是很多。真的是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要是少两个比赛或者是晚一点下可能要更好一点。这种应该是属于幸福的烦恼吧。对。能够。不过毕竟那个你如果一直觉得比赛特别多，就说明你在前面各项比赛的发挥都非常好。就说明你应该算是达到自己职业生涯中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说明你很忙。可能。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比赛成绩太好也有烦恼。但估计大家都先享受这个幸福之后再去考虑这样的烦恼。我觉得这个时候药业肯定在想这个他怎么走，怎么吃。他实战是煎了一个。我觉得呢，他既然实战煎一个的话，他肯定是想断的时候他要硬在这里。因为感觉断一个，他如果不顶的话，他首先第一步就不会补在这儿，因为他如果不顶，这无论这个地方再补在哪儿，肯定都不如这种推。
如果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地方点了下线，如果它应在这里呢？嗯，白棋如果跟着白棋这边靠乱是先生，对，嗯，这样有一个问题，他这样，就是他单尖的意思可能是你如果现在断的话，我就先点这个，这样如果你虎，我搬在这里，这样的话，你再冲断，我粘一个。你大吃，我就粘，因为我现在这块太大了，我这边这样的话，你吃我能把你后面给铺死。嗯，所以说白棋现在肯定也不会马上断这个。煎一个确实，所以说很多时候下棋它因为一盘棋的连贯性，所以可以说考虑的肯定还是比我们要周全不少。嗯，那是。这样白棋这个局部如果不先断这个感觉也不是特别好走，因为你先走的话它有可能就先亏，黑棋就跟着你点了。嗯，这样你再走这个，黑棋再一个，这样的话，但是不知道白棋会中央会选择什么，因为刚才单断感觉被黑棋一点，只有尖西虎，这样的话这边已经是简明的不可能做出两只点，这边半边就挡住。嗯，所以说下棋其实就是双方不停地在给对方留下各种陷阱。嗯，这样等于尖一个肯定是希望对方能断上来。嗯，那作为白棋可能也会就是他肯定看得到，那他就会想白棋肯定会想现在中间走在什么位置是最好的。对，就是白棋中间肯定是有先手，但是他肯定要思考他的子儿长在哪边，对他更有帮助。对，但现在我觉得这个棋肯定是特别复杂。是，我觉得这个。但是还好，就是我觉得现在双方肯定都有就是一定的保留时间。是。如果现在双方一个人就进入五秒的话，那感觉就可能是有点困难。对，只有拼运气了。是。现在。第一感觉就虎一个吧。嗯，虎黑棋要点在这儿吗？还是走黑棋点白棋再断。嗯，如果黑棋硬在这儿了，你在这儿的这样的话打吃。嗯，粘上，对，贴一个，跳一个，这样如果是给白棋这个犒劳一下是先生，嗯，贴一下是先生，贴我就退一个嘛，因为退一个跟这边断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粘一个是先生。啊，白棋能活吗？这样。我站在这儿会好一点吗？嗯，站在这儿会好，但是黑棋，说莫非黑棋这一下走在这儿？嗯，就是，感觉好复杂呀。嗯，所以说黑棋这个棋肯定还会，可能还是要顶在这儿。嗯，这样的话，即使你刚才你说搬粘，我要硬的话，我可能也可以硬在这儿，因为刚才跟这个挤一下还是很有关系的。嗯，对，白棋可能也不会先马上走，他可能也要保留，就看你硬在这儿的话，他应该会保留这个先手的可能性。是，而且白棋如果说刚刚那种直线的不能活，他可能就会有保留什么先，对，怎么走，现在这种加一加或者点，就都挺晕的。对，就比如说这一加，如果你硬在这儿，我是不是有这儿的借用，我就可以跳到这儿？加一个稍微有点俗，是，他至少要可能往下一步。对。但是首先不知道白棋第一个上面的选点会选在什么地方。如果不虎在这儿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下呢？走在这儿。嗯，这样大一些。这样先把自己的眼位走的大一些。嗯。黑棋走哪比较茫然？确实，黑棋怎么办呢？
陪你缩小眼泪吧。嗯，签一个。嗯，这样好吗？还贴不贴？你得搬吧。嗯，我搬那边。我在这样，你断一个是先生。你得补。我感觉这边就是味道很饿，我如果这种走。嗯，确实。走，如果走这个。嗯，他在哪边？嗯，胸段。我一拖。嗯。你吃。打完打这个。嗯，这样黑棋有点困难。嗯，或者我可以不打，我就冲了。对，打掉。而且形成一个打结，黑棋应该也是。这块棋你要想出打结是还是有点困难。嗯。所以这地方还是特别复杂。嗯，现在。主要看白棋走在什么地方。嗯，而且白棋实战，就他现在肯定选择也挺多，他应该因为时间不是特别充分吧？应该他不可能每个都看清。但我觉得就是他现在时间可能还是挺充分，因为前面肯定是黑棋选择的机会多，就是黑棋要选择这个棋是给你收控啊，还是怎么样？嗯，我觉得黑的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确实挺苦恼的，这种棋最就是我不吃你我好像形势也还不错，对，然后我吃你我觉得好像也能吃掉，不吃你可能有一个收控，嗯，但是可能双方也是差不多的棋，嗯，但是你来吃我首先有可能吃死也有可能吃不死，是就这个时候就黑棋特别麻，尤其是如果黑棋觉得自己有一点主动，就是他觉得形势还可以的话，对，我觉得像黑棋现在的心理就是他这样选择的时候肯定是觉得这边我觉得我这么厚你肯定是做不活的，嗯，然后但是可能他唯一的就是这步靠确实可能应该自己跳一个，嗯，这样跳一个的话只要这边不出问题，但是这边白棋现在也很难下，因为白棋如果去做那种后手眼的话，黑棋再补回中央这边还是不好做眼，嗯，但如果黑棋要白棋如果先把黑棋分段的话就是肯定是先亏的，嗯，我觉得靠了长，但是总是无论是谁肯定是智孤方比那个杀棋方要有利啊，因为智孤的话他选择可能更多，对，那个因为就是总是下杀棋的一方容易出失误，嗯，他只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的跟着应就可以了，对，就不知道这个时候姚野的心理上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波动，这个因为本身确实应该还是黑棋比较主动的棋，确实感觉这个时候白棋悬念确实非常多，嗯，作为白棋也是因为这盘棋也很关键是天王山，那么白棋在这个时候也是，嗯，他希望肯定是希望能看到一条他觉得没有问题成功率那个最高的一条，因为现在肯定是没有可能任一步棋就把这个棋摆清，是，所以说他肯定是觉得这样下活的希望最大才会选择，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会在这个虎和这个两个选择之一，或者是直接，那直接这种就会很损变化，因为刚才他这个断先手的话会在这边可能形成一个就是很复杂的战斗，嗯，我觉得他要是这种下法除非他算清了这个就有用，啊，对，要不我就轻易，对，是不愿意，应该说要么他是觉得这步有用，要么他是觉得不走看不清的已经没法活了才会直接跟你去，是，就是下双方都看不清，对，一般感觉跳这个和虎这个跳一个，不知道黑棋如果黑棋先把这个子粘住白棋怎么活，嗯，这样的话黑棋就自身没有什么，对，这样的话黑棋就是全连后，即使你从这个地方下去只要不把我吃了应该也做不出眼，嗯，如果白棋跳一个，嗯，这个是比较正义的下法感觉，嗯，所以说感觉这样看的话白棋除了虎一个之外已经没有第二种下法了呀，嗯，不过虎一个黑棋第一步点就毋庸置疑，是，因为现在就不能再选择这边，嗯，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图，因为黑棋其实也确实黑棋补在这儿对上面是差一点，嗯，是，但是顶在这儿应该是一种心情，走别的的话，嗯，就是连自己以后有一个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白石要就走，白棋要走掉这下，还是白棋应该也要走掉，感觉这个搬粘跟黑棋如果补在上面交换，白棋应该是不会吃亏。嗯，这样的话白棋第一感是白棋危险。嗯，如果这下打一个也算打掉，刚才贴的时候黑棋这个跳是不是有点松，如果搬着你走了这个下面对啊，但你这样挤一下还是先生，你接着往这边走、嗯、还是我觉得白棋还是挺有弹性的、嗯、白棋这边借用挺多的呀，跳一个我靠，嗯，对，白棋其实可以不可以用这个先生，嗯，白棋也可以用这个，对，如果你现在简单的粘上我是不是可以怎么这种靠一下靠我就走，我不知道怎么组织次序走，你可以吃在这儿哦、但是嗯还是有一点，主要是白棋如果就粘，嗯，你粘这我只能硬，我的天，然后贴完走在这儿，这样白棋是一个活棋，如果黑棋需要先把这个下挤掉的话，挤完气是不是有点伤，这个不，我的次序应该需要在你走在这儿、啊、我现在挤你、我有用吗，我想看了一下、我的气太紧了没用，就大家看，如果这时候白棋贴，黑棋就藏在这儿、哦。对，这样的话，嗯、你这个冲断，你气就紧了。是，所以说这样，但是不知道白棋这边怎么组织一下。对，白棋或者有没有可能，比如先靠这种次序，就是、嗯、还是很复杂。而且白棋也不一定会走这样俗的变化。嗯，白棋打了贴可能是属于最简单的。对，如果这个白棋成立的话，那白棋肯定这么下；如果不成立，他、嗯、可能又要教你怎么下。对，这种点感觉又很看不清。嗯，然后，名人战是多久的时间？名人战，我现在让我想一想啊。应该就是联赛规则，每方2个小时40分钟，然后保留1分钟读秒。啊、因为名人战本来我下的还可以、嗯，就是挑战者的时候输给药业了。啊，今年你们俩确实，嗯，成绩都还是挺好。嗯，这样。不知道现在白棋会怎么选择。确实是现在是到了一个这个棋最关键的时候，对，看时间上来讲现在如果是到现在是3:20多，如果到3:30的话就进行了，从早上9:30开始、啊、等于进行了6个小时，再扣掉一个进行了5个小时、啊、那还是理论上还是双方都还可以再剩一些时间、嗯、是先思考，但是可能时间本身不会分配那么平均，所以说是就是到3:30可能就双方要么就都快要进入了，要么就已经有一个人进入不了，但我觉得像现在来看应该是白方的时间用的比黑棋少、所以说还是比较充裕、对，白棋可能稍稍有利一点，因为像这种时候有时间可以计算的话，总是对方那个就是容易失误的几率大，嗯，但是我感觉白棋可能虎一个应该是最好的，对，因为他现在走这个、就是黑棋粘完以后他好像不是很好活，就是感觉首先有的时候就是当你不太会下的时候你可以简化变化，比如说像这一段如果你已经算清了这个棋被贬了一般就已经不行的话，首先就不能考虑断、嗯、那你就可以第二个想对方如果这个地方有个子、嗯、你下两步棋怎么活，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下了这步棋，比如说你下来这儿你再下一步也没法活的话，那你就可以先把这个就不想了，对，因为对方粘一个是属于比较简单的，但感觉这样看的话哈，除了做这个之外也没法火了呀，是，还是黑棋太厚，白棋嗯，白棋我觉得现在应该要计算的就是断或者是在这边怎么了，不然感觉虎一个应该是嗯，就是
也没什么变化好像。然后或者如果在他的判断中他觉得虎这些都不太行，那他可能就要使出这种大家都晕的下巴。对，但是感觉这个段还是太重要了。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你直接来架对方点一点，然后之后把自己这个段防住的话，这边等于是你这个跟这块棋已经脱节了。嗯，是。不知道白棋经过计算会下什么。嗯。对。对，作为被挑战的一方，而且这应该是谈笑的最后一个头衔吧，国内的。对，但主要是国内这种头衔本身就不是很多，是可能现在就是。以前就一直只有名人和天元嘛，但是从就是就是可能2013年开始有第一届棋圣，就可能就有三个头衔战。现在这种头衔战特别重要在于就是你只要今年卫冕了的话，是明年你就至少得了一个半冠军，因为你这种输了的话，你再想从就是比如说本赛第一盘或者预选第一盘，有的甚至是网络预选一步一步下起来，那真的是太艰难了。但如果你能就是在每年都把这个关键的时候守住的话，导致别人来挑战，首先别人就是可能连赢了六七盘才走到你的面前，但是最多跟你也只有50%的就是胜负。是，所以说确实名战就是这盘棋太重要了。嗯，尤其我觉得如果双方下成2-2，那第五盘真的是更刺激了。嗯，是。不过这种挑战赛确实都是这样。嗯，像现在我觉得，能做选择的时候，一方是幸福的，但是可能也是容易失误的。对，他很有可能出现失误。嗯，但是当然，作为这个等待对方的一方也比较，对他可能当时是。就是不用想，但是毕竟有选择的一方他还是有点主动的。嗯，对，这个棋我觉得他可能应该还是会虎经过计算。嗯，确实好像看上去这个比较眼位比较有弹性。对，不然的话看来现在白棋还是有不少时间的，因为如果他时间少，是双方比较紧，不想先进入读秒，他应该就会把选择留给对方。啊，或者不过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虎对方点上了汉，依然得白棋选择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来进行变化。对，而且主要是他那步虎等于有点像造吃一样，就是黑棋必须往这点。是，就是如果说他比如说是这种，就对能走大一点。能让对方来破眼，对方先选择的话，可能他就会走。是，像这种一本道的棋，他可能也想自己先算清了再下。是，因为，如果是对方也需要思考的话，那能够借用对方的思考时间再想是最好的。对。但可能白棋现在比较郁闷，就是走完这个基本就是跟教吃一样。对。黑棋肯定一秒就往这走。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这个断了之后，对下面。还是不是先生？哦，如果不见得你搬粘我黑棋中间，黑棋如果立在这里，就对这边，就等于你不能轻易打我。对，立在这里的话，我斗就等于几个是先生？几？因为刚才虽然黑棋收控不够，但是如果黑棋能吃你一块的话，那就又不一样。嗯，如果算黑棋挤一下是先生，这样白棋中间团一下是先生。嗯，这样的话。等于黑棋这个地方挤差了一点，然后但是这个地方多，可能黑白棋是担心下成这样，这样的话虽然你中间多了一点，但是总是感觉上这个地方多个子，无论是从气上来看，还是从这边你少一个子来看，都更重要。是，这个也很关键。如果这样的话，你靠就冲，你打平，我粘上。但是就是说白棋这样的话下面没有棋，你点它即使是最老实的挡住的话也没有用。嗯，因为这地方黑棋还有一点先手。嗯，是。嗯，但是像白棋黑棋亏的就是这个地方。对，多了又多了一个先手。对，但是刚才我们摆主要很多的棋都是有可能你这下就双方都很麻，你先挤撞气，但是你
不先挤的话，就是如果别人都交换到，别人又活了，然后白棋也是同样的道理。对，而且就是这个子肯定是对这边有很大的影响。对，但是白棋他就是他也可以掌握好时机，他先不走，就先走这边。所以黑棋也是立在这儿的时候也很头疼。嗯，到底黑棋能不能挤在这里赢呢？就像此时。这样的话，嗯，我还是靠我这一下，对下面肯定是要走。对，然后这个粘一下应该也算差不多。嗯，这样的话，你第一步只有搬。对，你不走是一样的嘛？我立时先手。但搬感觉上黑棋这一飞肯定是活的。是，这也不好吃，而且白棋自己这黑棋尖一尖。嗯。勉为可。如果白棋先铺一下这个呢？黑棋提掉。嗯，白棋再这样吃，这样的话，啊，铺的时候黑棋应该会选择粘住。粘我冲呢？冲我再啊，不是。这样的话，我虽然差一点，但是你气也特别紧。嗯，啊，我觉得白棋应该是担心下成这个变化。嗯，白棋肯定是觉得，嗯，如果先把这个虎慢一下的话，黑棋应该就会顶完之后挤在这里。是的。这样看的话，那白棋就不能搬粘了。对，白棋应该只有直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嗯，因为这个团肯定是先生，这样搬粘跟这个挤交换肯定是亏的。嗯，如果白黑棋能挤在这里把上面补活的话，对，白棋可以先保留这个地方，因为它，这样毕竟黑棋这儿差一口气嘛。对，黑棋也要掌握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挤得到这些。啊，那这样就真的是很复杂了。嗯。如果黑棋拖一个，这样白棋看起来白棋断好像还可以。是。黑棋有没有反击啊？如果黑棋走，这样白棋应该把这下压掉。压，嗯，黑的有没有？压的时候，黑棋如果走这个，可能就会形成一场转换了。啊，白棋就是粘，能粘到。哦。啊，本来压的时候黑棋就可以补这边是吧？我粘你是要做什么？我好像只有靠一个，嗯，但靠黑棋就顶住。啊，我没，啊，没这样摆的不行。那你同样的，你冲我也可以退，嗯，啊，但你再这个不一样，这好像气还是嗯，这样确实不一样。白棋这一点感觉黑棋不太好用。哦，实际上白棋选择跳这个，没有选择虎跳这个。哦，嗯，黑棋应该还是不能粘，粘它虎一个是不太虎。粘如果虎，黑棋靠进来，白棋挡。还是长好，不知道那个。嗯，应该是挡好。嗯，长的话，就是感觉嗯，这俩交换不知道怎么样。如果虎一个，嗯，我如果就，这样我感觉白棋要死。嗯，是这样，可能给白棋下的有点简单。哦，白棋可能还是不能这么选。对，白棋。要不跳过？跳。但感觉脸上不是很。嗯，跳这个我感觉是挺好。嗯，觉得他肯定应该想过黑棋粘这个吧，因为这个粘，嗯，还有我觉得他刚才可能是觉得这个棋被别人顶在这儿，哦，他应该是有担心，对，觉得这样自己活的就是可能性小，因为他跳在这儿，如果黑棋同样也是走在这儿的话，那他再往下点的时候。肯定是越离黑棋近一步越是越赚。嗯，我刚好说他应该想过黑棋会粘的话，嗯，黑棋应该就是一直粘了，因为确实从逆向思维上来讲，对黑棋肯定是觉得走中央不但是算不清，而且是被你便宜了。我肯定是走这个，看你怎么活。这样，如果刚才把我们跳一个，跳一个，黑棋走在哪？飞一个，嗯。这个团是先手，这个团是先手，但是没啥用，
没有，团也并不是绝，不是绝弦，但是就是如果我们先走到这儿，嗯，走到这儿，团在这儿。嗯，如果像这样的话，确实要火。我这，哎也，啊，确实还是火面要大。你再泼一点。不见了，哎呀，就算走成这样，好像有点冷。还好没有，我可以走这个好一点。你打一下走这个，但是没什么用。你这还是，我对你那块棋是没什么。对我这块棋可能不能有想法，没什么想法。嗯，那白棋是怎么选择的？不知道，但我觉得白棋肯定是第一个就会想这个，从你思维上来讲。嗯、那他如果说。他觉得这样没什么好，没什么办法，或者说要他应该就会选择刚才这个。对，那我觉得最起码这个还有看不清的地方。如果说他这个没有下一手，就不知道白棋这个是怎么想的。对，看上去白棋也就是这一带或者怎么做一点。白棋看一下啊，如果跳这个，啊，我点成立吗？跳下。嗯。但是走这个的话，黑棋需要点吗？黑棋如果就走一个普通的，你如果接，他就找一边拉。嗯，好的。你走我的棋。嗯，这个不知道白棋的考虑在哪里。嗯，白棋还是跳了，可能这局部确实只有跳一个相对复杂一些。嗯、对。但感觉这样看的话，黑棋。就是明显是杀掉的可能性要高。是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白棋，怎么不行？可能还是他担心顶在这儿以后没有什么太好的。他可能觉得顶在这儿，就是黑棋不想，如果被黑棋挤到，感觉就要就是不好活。但是不被挤到，下面这个转换可能也不太好。是的。现在他跳一个，暂时把选择权交给黑棋、嗯。如果黑棋往里点，白棋靠。黑棋长，应该是粘这个。嗯，粘还是断了？可能想断，这样是不是能头绪多一些？嗯。但确实黑棋太厚了，感觉。这样黑棋贴。嗯，只能粘，这样的。粘了要死吧？应该是要死。这一长怎么还？长的时候不是。哦，这样拱一个飞下去。好。但我们还是看刚才黑棋最简单的，对，就是黑棋肯定最先想的是从外面破眼，如果能外面破眼成立，飞了顶，走一个普通，白棋能不能拱在这儿？拱在这儿呢，黑棋再长，就是我次序，我能不能断？你断了我就算粘，哦，你现在断也可以，我先断，啊，确实这个棋太复杂，嗯，我就走这个吧。这样感觉是白棋也要差一点，因为黑棋就算只要下成这样，白棋应该就不行。嗯，你冲了冲，我就简单的一招。主要黑棋太厚了。对，黑棋只要确保自己能联络不有问题就可以。因为像中间想做两只眼，被黑棋这一并还是太难。嗯，顶一下先手。是。嗯。对，你那个 LG 你是要跟那个周刚周瑞阳一起下决赛吗？哦，那其实之前你们俩是不是也交手了很多次了？对，是下了很多次，感觉你就是怎么说呢，你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跟一个人下的多，可能反而就会越下越多，就是可能就什么比赛都会碰到一起。嗯、对，我看你们俩就是之前交手了很多次。对，今年已经下了七盘棋了，之前确实数量非常大了。是、啊，哎，你们三棋的较量也有，嗯，对，各种比赛的较量。那你对接下来的 LG 杯有什么想法？啊，那个没，现在还没什么想法，因为二月份要下，可能就是还比较久时间，而且我觉得就是。主要大家都比较熟悉，可能还是看到时候的发挥吧。嗯，当时临场的一些心理上的啊，或者对，确实，
你们俩应该是非常熟悉彼此的。对，其实那个大部分就像我们同龄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啊，确实。因为就算比赛中交手不是很多，平时就是训练下来也会比较多。黑棋就是搬了一壶。这黑棋如果说白棋这样死了的话，这白棋的下白棋下盘确实感觉走有点简明。确实感觉。主要感觉黑棋的这个杀棋方式已经是非常的淡定了。对，非常简单。白棋贴了。他真的死了吗？如果黑棋粘上。他退一个。退好还是虎？虎好像不是不太敢便宜。虎是几还是打吃有点麻烦。你打吃我打再一并我不是已经活了吗？那虎你不能打吃吧。我挤的话你打了一退感觉也是活了。如果你这下能团到的话。但是团确实不一定是先生。但是这样就是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对下面有没有什么帮助。感觉黑的吃的确实，如果说这样白棋就死了的话，下的都太简单了。那黑棋这样贴的时候，应该只有粘吗？这个黑棋的选择好像也有点看不懂。对，因为感觉这个从形状上看，既然如此，比较有弹性啊，只能不让你挤到。你要挤我？还是哎，不，你不能我挤被你一点，我只有靠走，我加一下，然后这样的话等于上腹就变成下面了。对，但是这样只需要做一只眼就可以了。是，对，主要我只需要做一只眼嘛，然后我还先要把你断开了，我这下面做一只眼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下面如果我杀你，你也只能吃我，就是说。怎么活？你不走一下是吧？我本身其实我主要没有点过目，我本身如果能尖在这儿的话，你走，我就尖肯定是比我刚才那个要好，是比我并一下被你尖的那个，这下交换确实，我应该是肯定不肯的。但如果我尖你走，我坐在这儿感觉你不挤，这样感觉轮你下我也是。这个气我觉得黑气太紧了，这样你就拖了打了一挤，我应该就不行。那这个黑棋失误的有点严重。不，主要是现在这个一坐眼怎么吃啊，就不太明没看懂这个棋。而且我觉得这个失误应该说是要么就是他就有错觉这棋已经死了，要不然这个下法黑棋太简单了，有一点点的看不太懂。对，现在就被一走的时候他能吃得到这下吗？已经走不到了，白棋打下面这样也不行。这个显然黑棋还是得跟着硬。我觉得硬的话，如果虎的话别人打一下就先要坐在这儿，感觉也是。我这还多半只眼，你应该这样他往里顶着算，可能单顶别人就坐一个。主要黑棋的杀法实在是，如果搬在这里杀，搬在这儿，我吃吗？我吃你啊，挖我是？对。虎在这里要好一点是吧？但虎我能不能不走？对，我先坐，你是说你也要搬我是吧？一样的。那我只能先搬进去，先搬得到吗？他已经粘了，然后已经糊了，我不知道是我们哪个地方有问题。奇怪，这哦。这样的话我只有这一个。我好像可以挤。就挤这个。你要我黄了。啥意思啥事
但是你这个段是先手是吧？这跳下来不晕，不错啊。嗯。不，我段先手再跳，你再跳是吧？看一下。嗯。行。啊，但你是不是走在这里好一点？哦，我还可以走在这儿，那我接你干嘛？哦，但是你走在这儿的话，我推在这儿行，你就没有断，哦、就这样，跳一个，跳。好的。哦，那这个棋有点过于激烈了。哎，我等一下。哎，我这样冲了一加，不是就连上了吗？啊、连上了吗？啊、连上了。为什么呢？我就粘上。啊、确实好晕，我给打了几啊？不对不对，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子，我就说怎么出来不对了是吗？啊，这是刚刚摆的那个图，我就觉得这不是活呢。嗯，那黑的在干嘛呢？那黑棋这个棋失误好像，因为黑棋那这样看只能刚刚那样吃了，就是刚刚那个方式。只有几然后靠，对，白棋加这加也行，一样。这样黑棋难啊，只要做一只眼的话，还是下面这，莫非并在这里？嗯，并在这儿，我拱冲。这样也不行，这自身黑棋气太紧了吧？是，这什么意思啊？黑棋受控了？哦，不是，哎，这是打将吗？还是？嗯，也算打将吧，因为这顶是能把这个吃了，是这下肯定是绝仙。但黑棋那等于白，刚才这个地方黑棋其实一直虎这个也是先手，感觉黑棋中间下法。有问题吧？这个斑斓虎太惊人了。临近胜利的时候有点失误。对。如果我们、这个、看一下，感觉还是死面。刚才感觉这样下的话，如果白棋还是铁先生，就给他整啊、对，这样应该是没法活的。主要这个眼型明显没有刚刚那个图看上去。贴我的骨头。嗯。黑的，而且至少这样的话，如果你选择并这个黑棋，至少有一个打劫，这个棋就很不一定。嗯，能跟你打劫的话，怎么会选择了一个？而且他搬完之后，这一搬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反正感觉，我觉得他是觉得白棋已经死了，在临近胜利的时候有点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他点这个呢？嗯，看一眼。点的话，我冲你一下，快点。冲我，打，我站。嗯，然后我怎么办？我怎么活呀？我怎么活呢？但我应该冲你两下没什么亏的呀。嗯，感觉这样应该是没法活的。就总是因为黑棋这边特别厚，感觉黑棋总是想把子下在这边。他把这个下在这儿，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觉得对方只有吃一个或者打一个，肯定没有想到对方往这边尖的好棋。黑棋这一搬完全没有搬到地方。是，就从破眼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是要点的话，对，他也应该穿进去。这种位置，这个黑棋甚至这种位置应该也比这好，因为白棋不能轻易黑的粘跟白的就等于是一手棋，那他这个位置他。这位置太挂了，感觉这个不可思议。嗯，这个他，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当时想的有点简单了。嗯，肯定觉得白棋这个已经没法活了。嗯，这个，这个确实是感觉他失误有点严重，现在应该已经没法吃了。对，现在可能是改受控。哦、换了一种方式，但是这个棋能受控吗？不，我觉得就算现在受控是细棋，我觉得从心情上黑棋对想没有波动太难了。对，
因为刚刚可能感觉自己已经摸到那个边了，是怎么就尤其这样被白棋活得太轻松了，我觉得他这个棋连一个打劫都没吃出来太不能接受。而且白棋活的其实跟我们点目黑棋仍然对还是守住了这些，那么白棋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些进攻都是单关了，所以这个棋确实突然发生了一些意外。这样感觉黑棋不行了，这个局部它应该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棋还能不能再受控，我变一个刺一下先生，这样收有刚刚好吗？刚刚挤了收这边会不会好一点，就这样收，不知道哪个好，对，那他我就硬了是吧，对，这样这样我算早一点，白棋硬了，这样黑棋应该能利用劫材的优势把这家打回去。我先算你打回去吧，大家看一下目数爬位吧，我还硬，这应该很大，这样一个，你这样我是走这个大还是那个大，这个好像也不小，这个好像也很大，那这地方黑的怎么收一个黑棋就过去吧，把这个跳过啊。我冲你，不用冲，这里帮我断一下，这可以挡住吧？挡住不便宜，不便宜吧？是的，就等于这个团跟这个粘，这个粘应该没有那个团大。这样点个木，这边再收两个，白的全。只能跳在这儿。如果是这样黑棋应该说成这样已经算很满意了，基本上官子都走到了。可以看一下，这样白棋这块36 39 44 42 43 44 44 48 48这一虎50 55，这块棋13，怎么点了一遍？没有点清吗？你可以再点一遍。但如果说现在这样，这样黑棋应该要稍差，但感觉黑棋盘面也要好一点。这样这块棋是5 9 9.5。这块棋13 22 23，这块是33 33 5 33 7 43 55 55，这样又点了一遍，好像还是挺细的。6 7 8 9 10 11 12 13 23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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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是有联系啊。嗯，黑棋虽然打这个开始打劫了。那肯定，当然我们现在收的是按这个白棋收的比较，嗯，确实白棋收的比较差，猥琐了一点。看一下，但是也就是说，这棋如果最后还出现一个特别细微的胜负，我觉得那黑棋这个血。不过唯一的就是现在黑棋心情肯定是有点差，对，本来是想直接把对方吃住的。那这样来看的话，白棋那会儿确实非常的不乐观，因为白棋。正常他实战现在活的应该算是很好，活得多姿多彩了。这样局部应该几个也差不多。嗯，他现在先打劫，白棋那个黑棋会不会打劫？啊，黑棋扑了一下。啊，扑了一下。啊，就是没有挤。他可能还是扑了下来，保留可能还是不太可能中间就这么卖掉，这样白棋应该会提回去。嗯，黑棋还没有，白棋还没有，还没有走。嗯，感觉他扑一个找劫，应该也不如找搬一个这种劫。不过读秒的时候也很正常。嗯，但是这个扑的话，就是
啊，基本确实也基本不亏。感觉目数上应该还是把这个提了偏。啊，是吗？这样。这样。你刺我一下。刚才是你狗在这儿，你是三目棋、嗯，现在你也是三目棋。但我以后如果是我打到这一张，这对方目有点松。对，但是你打我应该不会走，看这个地方。啊、就是白棋还在。如果你先走下面的话，先走下面，就是我如果没搬单掉的话，这个东西还有。但是啊，就是说就这样算了。啊，即使是这样，嗯，啊，你打我打，你提我粘。啊然后这个地方你冲了打掉，嗯，我顶这个地方等于是，刚才我这有半目棋，对，但是只要这个地方全收没了，我提一下，我这有三分之二，我也便宜一点点、啊，而且你打了提一下，肯定是白棋已经是没有可能比这个更满意的图了。哦，对对。哦，黑棋大飞了，白棋把中间逆收。这个中间是逆收紧吗？这个又得重新判断。我觉得黑棋肯定是因为读秒还是不肯把中间草草交换掉，确实这个棋心情上肯定是不肯的。是的，但是这个啊、哦，现在准备打回去了，然后被、嗯、对，那这尖是怎么？哦，这样黑棋搬单、啊，白棋平。嗯，这个还是大。黑棋跳。中间那个子母棋，中间如果这个算提一下打一下，黑棋少三目，然后这边看一下有什么手段。白棋这边靠一个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嗯，靠完如果挤一下，挤一下没什么便宜。加，加黑棋只有加这个。哦。如果算下成这样的话，那这还要再背五六六目半。刚才这是九目半，这差三目、嗯，这差三目六目，六目棋一二三四五六，白棋这中间也差了三目，这个是逆收九目。那黑棋还是应该，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棋。他没有吃住，肯定心里不是很冷静。冷静之后，他还是应该把中间走住的。就是说，下面这个尖还是没这个大。对，没有中间吃一个大。对，这个那确实看上去也很大。嗯，这个如果刚才这块棋点是三目的话、嗯，现在黑棋大概多了两目棋、嗯。黑棋多了两目棋，如果大飞一下，尖一下，如果黑棋多三目啊、白棋。黑多两目棋，白棋少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白棋少了九目棋，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后手十一目啊。那他还不见得有这边白棋，如果能收得好，对怎么收？像刚才黑棋把这个跳了一退也很大，白棋比如说如果你爬掉，我就飞一个，就等于这个地方你应该黑棋收了一个不到逆收三目，嗯，等于还是吃亏了。对，就等于现在。你收完这个以后我还可以收这个，那么我这个地方管子肯定是便宜、嗯、就我等于最后本来是被挤到收了个这个、嗯、我现在把这个换成了这边。对，而且这个本身就是你这个是后手，这个是逆收，你比这个大的就很有限。是的，但我觉得黑棋还是刚刚他不太肯走掉，他可能还是想，你觉得中间可能万一自己有什么手吧，那个先把中间保留一天。哦，哎，那以你的对他们俩，因为你也肯定跟他们交手过嘛，那你觉得他们俩的后半盘或者说他们俩的官子谁更好一些，或者说差不多、哦、谁更好一些，就他们的后半盘上。嗯，后半盘我觉得不好说吧，肯定都是很厉害、嗯、但是我是纯官子的话，嗯，可能是谈笑要好一点点啊，纯官子上啊。对，因为我觉得 就是谈笑在这种可能好一点点的时候收官还是下的挺好，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比较容易就觉得自己孤了，嗯、但是纯官子可能就是很想下的很好。是，这个应该是他判断上有一些。对他反而判断上就可能感觉上，就像这个棋，他可能觉得这个自己明显活了，应该肯定要赢了，但是就是然后下的如果还有比较多的，可能下的稍微有点缓。嗯，是他确实好像比较容易孤，以他平时的那个。嗯判断来看，经常好像大家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嗯，对。嗯，那么现在就是收官了。我现在主要是靠了。嗯，把它掀掉。嗯。这应该会往下冲。嗯，对。那这盘棋如果黑棋输了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中间应该说机会很多。嗯，尤其是，当你觉得就是这盘棋是自己优势的时候，被对方逆转、嗯、想调整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对，而且这个应该是连着下吗？啊，不，还有一天明天会休息一天，后天接着下第四盘。是，现在他走退了。嗯，现在还没有下，但是基本我觉得应该会下的、嗯、如果赌一个。对，主要这地方黑棋还薄，这地方必须对这个地方，别人一路扳指先手，这挤了一冲的话，是下面就出问题了。对，所以基本上是得收成这样。嗯，白棋应该如果白棋把这个飞，飞了，飞了，先拐，就把这个拐一下吧。拐黑棋要粘吗？嗯，粘也挺大的，但粘再被一飞，是不是有点疼？黑棋，被我爬了一下。嗯，你爬了我也不舒服。还是怎么紧缩还是虎？啊，我算虎步吧。嗯。那这样这地方？这样。等一下，嗯。我。白棋在哪个打？白棋提一下。嗯。嗯，把这个护住。等一下，哦，可以选到班上了。那拐的时候它是挡住是吧？拐的时候它应该是粘吧。那我如果长呢？长我再靠住，他可能觉得这个逆手不是特别大，他想把这个先手做到。哦，对，这样就是在后手官子的先手官子上，就他局部目应该是亏。对，这样看一下这个地方是逆手几目。对，白棋没提到黑的有没有可能能再便宜一下，但是就看他觉得哪个大，这个粘的话这个退着先生，这是逆手一二三四四目多、嗯、但这边棋肯定是没有，是、嗯、这样哎，哦，白棋可能长是有点臭是吧，还可以搬这个，哦呀，搬试试，搬到一下便宜了，还可以搬一个，那搬完再尝。对，这样黑棋就只能忍了。你顶着还欠一冲，这个有点疼。哦，那这样。不过黑棋也没办法，黑棋等于装了一个先手。啊，但那这个目比刚刚那个差。争的差好多。嗯，而且他现在这还是有欠的地方。他这等于这边欠了点东西，这样啊，啊，拐的时候他就是选择，对啊，我就觉得他可能是要这个下法，他觉得这样目不便宜，跟刚刚那个比，嗯，这个题如果本身不算这个的话是三又六分之五，嗯，但是这个还有目，这个题应该已经快五目棋的价值了。然后刚这个地方它本身是应该这儿如果点四目这个地方搬粘的话，嗯，但跟这个搬粘有区别，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点，嗯，白棋现在应该会拐一个，嗯，这边是已经拐了三四、嗯、七，确实，嗯，好吧，问你一个每次第一次来的人都要被问的一个定式，你猜猜是什么问题？一般第一次来 TV 的人肯定会被问到。
那我不知道什么题。嗯，基本上大家都比较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之类的。啊、哦，嗯，目前还没有。没关系，你下次来就不会问你了，哦、因为第一次是定式。哦，好，其实也没关系。嗯，没有，主要你都没有了呀，我下次也没法问了。哦、你要说有的话，这样，你要有的话，我就可以慢慢的问了。啊、哦。所以说我这个回答还是比较机智的。嗯，这个棋如果按我们刚才那样收的话，感觉黑棋有点难，黑的好像木亏了。是，而且现在这个棋应该还不敢爬，就是爬一个的话被定了是吗？哦，爬爬还是敢爬，就是如果刚才这外面特别薄的话，嗯，对方还就是有选择提完之后就可以把你按、啊、但是现在还是没有，现在应该还是能退的、嗯、那我并掉不便宜吗？并掉的话不一定便宜吧、啊、就反正就是说对方这儿有眼吗、啊、看看你也不会，我暂时没什么意思，因为对方搬砖这边，想要现在几线，这个应该不到你，就是不算中间，不到你说三。嗯，那就算了，还不便宜。我黑到十张白就走了。哦，这应该是黑棋的权利。嗯、哦，黑棋走了，这，嗯，黑棋肯定是觉得自己形势不利，因为虎在这儿的话，这个、一路搬还有一个打劫的可能。嗯。哦，是这样，已经下成这样了。嗯，我白棋就挡了一下。嗯，白棋没有虎，白棋收手了。这个棋，白棋提了一个。嗯，黑棋虎了，搬了一下。哦，白棋是觉得赢了吗？哦，不是，没有，这个猴和这个吃木数是一样的，啊、样的对，我没注意，这地方还欠一个这个。啊，对。这样，如果算打中，嗯，然后嗯，白棋这个打跟那个吃是，吃是七目棋，嗯，这个打了一粘，主要是黑棋现在这边是不是有点关系啊？嗯，这边倒没关系，应该是吃一个打，啊，就吃完我这已经活了是吧？嗯，跟这边也没关系，嗯，黑棋吃了。白棋这个也挺大，嗯，白棋这个很大，这就完了，跟这个白棋应该就会粘这个，我觉得。嗯，因为这跟接下一个关子也有一点关系。是。应该说是这边冲断，然后还是粘这个地方，嗯、这地方有个吃也特别大，这个吃因为你要补上面，它能吃了提，这样是本身就差四，下面加一个，这个吃应该也是快五目棋的价值。嗯，但反正白棋总是先粘这个，把这个粘了。这样的话，感觉黑棋本身如果算吃一个，这样这个搬砖没白棋走。这样好像。先简单看一眼。嗯，好。嗯。四、十七、十八、十八、十二、十二、七。哦，对，那个，嗯，李贺是算你的师妹吗？啊，对，那个就是很小一块学期。嗯，是，那那个，因为他最近就是这半年吧，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就是成绩不是特别好、嗯，所以大家也比较关心他。那个，你大概知道一下他现在情况？嗯，这个
应该就是说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吧、啊、因为就是像棋手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每天都面对竞技胜负，肯定都是、嗯、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尤其围棋就是属于还是属于比较残酷吧，因为每盘棋都需要那个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然后可能要下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然后、嗯、怎么说，然后就是说比较累的时候，然后可能休息的时间少，然后那个尤其是你平时还需要就是每天都在摆啊、嗯、所以说确实是很累，压力比较大。 嗯但就是希望他尽快恢复好吧。嗯，是他可能也是前段时间也是有像长野一样幸福的烦恼，比较忙嘛，就是在这之前、啊、是所以他本身对成绩非常好，就拿了好几个冠军，对，可能也是有些劳累吧，然后他现在 我觉得他在家调养一段以后一定会，应该说很快就会回来，然后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是，所以说那个身体还是很重要啊。那说到这，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育爱好之类的呢？平时像足球啊羽毛球我还都比较喜欢，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运动会有，但是不是特别长时间的坚持，所以可能这个也需要加强。嗯，是这样，和你记在这儿啊。我感觉这个棋怎么还是这么细呢？这棋要是下出了一个这个图，这个棋确实有的时候就像前面白棋这个棋下的比较被动的时候，就是感觉便宜了好几个地方、嗯、但是这个黑棋都有的下。是，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作为黑棋就更郁闷，就是总觉得自己错过了、那前之前好，但现在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全身心投入到这个点目的时候。嗯，因为他们这些经验也很多，而且对心理素质也都非常优秀。对啊，如果还没打掉，应该说只是那一瞬间，然后之后他们在应该读秒的时候就已经乱了。对对，因为就是棋依然很细，肯定是现在先把这盘棋就是后面好好下完。嗯，至于有什么后悔的什么的，等到局后再说这盘。是。哦，是这样。哎，黑棋没有打到这一下，白棋先走，白棋打个针，但还没针。哦，但是应该会针，黑棋大概赢了。这个应该只有赢。这两下应该算差不多。不过这样再被点一下，黑棋应该也可以赢在这儿。哦，还没粘吗？还没粘。黑棋应该可以赢在这儿。哦，赢在这儿。这样你如果冲断，这个打劫是什么情况？也不见得，不冲断下面，黑棋是不是也有一点点？但是就是打本身打这个劫。本身如果黑棋就老老实实的粘住这个被你一点的话，我觉得黑棋就是明显亏了。对，这地方少一个官子。哦，没有，就是这个地方依然有吃，但是这边主要是本来是我接，现在被你点了，这一下我有点难受。哦，那但是啊，尤其是这个时候，白棋肯定还在计算这个挖，因为如果我不能尖的话，白棋就可以挖粘着走。哦，但是我觉得你尖我断了。我感觉不是很怕呢，我你打掉，你断了，我铺，我先铺，先铺好，这样，没有打掉，我这样粘在这儿，你打掉也差不多，也差不多是，我粘一个，你提一个，就是我削的时候差一点，但是我应该，但是你一削，我不太可能，我可能不太可能削劫，黑棋，不，这劫太重了吧？这个，然后下面都是重的不行。是，这黑棋白棋可能还有几个本身劫。白棋像这种夹着找劫吃着，就粘完之后下面也要。白棋有本身劫啊。哦，白棋挖粘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黑棋应该走掉。又是一个小的失误。嗯，那看这样，这应该是弹跳越粘越勇。是。尤其像肯定是耀月之前就进入读秒、就是像这种地方没有打也是很正常的，对，因为想保留一点变化。嗯，而且他有的时候之后可以打将，对，等于白棋机敏的抓住，对，这样的话好像棋局就无法继续了呀。
嗯，你现在黑棋主要不好忍，黑棋忍也不看，粘吃你一吃对这边还断还是先生，然后下脚你打，嗯、目数也差好。那也就是说，其实作为白棋早就哦，不白棋早吃，对白棋早吃目数还有很大的关子的时候，黑棋就争先了。是黑棋也就是觉得这地方。哦，也就是没有关系。但白棋是比较机敏的抓到这个。啊、哦，黑棋还是火，白棋一断。那我觉得这棋应该黑的。对，这就迎来最后一个战斗。但是刚才我们把黑棋好像明显没有接惨。嗯。黑棋现在也没法忍了。忍的话只能打吃。啊、哦，不能打吃，打吃。先把这家打掉。只有这样忍。那这个这样白棋急，黑棋就连上，然后一路打一下。嗯，这样，但是这样的话，这个打吃也没有。嗯。这样目数，嗯。这样这样就不高，因为这样本身这个是一个四目多、嗯、感觉白棋本身如果吃这个黑棋能把这个提了，现在你只能提一下这个、嗯、这样的话等于白棋又走了一个逆收三目，而且本身黑棋这种也就是单关，而且白棋是不是有可能跟黑棋打劫啊、哦、白棋没法打劫吧，不能吗，你靠我能不能团，那你团我粘我不是骗啊、一样，我这里有一棋啊，我不见得骗啊、嗯。你这几应该是至少是一目，你这靠不知道有几是，但应该也不超过一目。嗯，这个时候是感觉断棋黑棋还是很遗憾。嗯，但主要他这个地方下的确实太草率了。如果他能把这个地方，就本身我感觉白棋是明显要死的一个棋。嗯，如果他能就是搬一下点到这边，然后那样来看，其实当时他其实算直接点白的也不好活，白的就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这样下也可以，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想到对方这个直接单虎中央的好戏，嗯，他就打了一下，对，打了一个，是白棋应该要提了，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话，团一个，团一个之后，变一个补是吧？嗯，是确实好一点。但是，对，但就看他觉得能不能忍住。嗯，白棋还是走，白棋变，他就把这个补住。比刚刚还是黑棋好，嗯，比刚刚还是要好。哦，他团了一个，嗯，我感觉也是黑棋。这样的话，他能把这个打住。嗯，这个是逆收三又三分之二。嗯，这个是一二三四五，这个是五，应该还是这个打。嗯，什么？记一下。现在白棋这样这一串便宜吗？不知道便不便宜，它本来粘要点一下。感觉我已经完全点不清了。现在我如果先下这样，我好好点一下目，这边好，黑棋提一下。如果这个地方黑棋忍住，你不介意我告诉大家你艺称名叫什么吧？啊，没关系，可以。嗯，其实主要之前那个彭丽瑶来讲的时候已经说过一次了。哦。哎，他说是你让他宣传的啊？有吗？他跟我们说是你问他啊，不是怎么说来着？反正意思就是你主动要去宣传的啊。幺
三四。五十九。要不大家再猜一下好了，虽然已经告诉过大家了，但是，心太痞不是呀、啊，不是心太痞，大家可以再猜一下，为什么老觉得你是心太呢？看来你们俩棋风很像。没有啊，心太，心太跟你棋风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我觉得。啊，这棋我怎么形态瞬间觉得黑棋要赢呢？这圈好像亏了是吗？啊，这棋太精彩了，只能说。是。对，心态是谈笑、啊，所以大家可以再猜一下另外一个。大家，靠了一个黑棋，冲了一个。啊！天哪，这棋太晕了。对的，莫非这一期又是一个陷阱？哎呀天哪！哦，白棋靠一个便宜是吗？这管子上靠不？刚才这个棋挤一个，我觉得刚才收了一下，感觉黑棋盘面九目了。什么九目了？啊、那黑的啊、白的盘八到盘九。那白的刚才我不知道我点没点这一幕。但是呢，等于这块白棋还亏了是吗？白棋本来粘上不是，感觉要好一点点。不是，这个地方等于他后面被别人把这个给收住了。但是它粘的话，黑棋也可以刺一个，应该是一样的。哦，靠了一粘，黑棋一冲，然后呢？冲把棋粘上。这黑棋应该是不是还会挤一个？这白的这样能便宜吗？黑棋团了。做火，这差了一幕，还没有这差了一幕棋。然后这地方，如果这棋有便宜吗？如果走这个，好的。哎，对，好的。那乌托拉，你还是自己跟大家说你网名叫什么吧。我叫天选。那个主要是，就是我比较喜欢看小说，天选主要，就有点扯远了，就有一个写小说的人叫吴醉，我比较喜欢看他写的书。他上一本书叫《仙魔变》，然后里面。意思就是那个一个人特别厉害，那个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就是很多都希望，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生，我们都希望把你争取到我们系来，那这个人确实很厉害，那就让天来选择，然后就是比如说转个转盘啊之类，就是决定他去哪里，大概明白意思。所以当时主要是也是随便起的。是应该都是一个念头就想好了，叫这个。是这样，白棋可能是要稍微便宜一点。那你平时往棋下的多吗？下的很少。主要是白天要在棋园训练嘛，然后晚上可能回家有的时候就有偶尔下棋，有可能就去玩一会儿之类的，所以说就少一点。确实，如果你们白天都很长时间训练之后，那么晚上其实是可以选择哪怕体育锻炼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对，体育锻炼感觉也比较少，主要就是还是看每个人他的兴趣爱好吧。是，
而且其实功夫也不一定只是光训练就可以提升的，有的时候你多去看一些其他方面的书，丰富自己也是对自己的提高有帮助。嗯，这样突然发现这盘棋下的确实很精彩啊。我白的这块要跑这个吗？他打了一下他不跑，不知道。这样这个地方跟刚才比是黑棋现在七目棋，白棋没有目，刚才是白棋三分之二目，黑棋五目，等于差了二又三分之二目，等于他因为这样的话黑棋补起来就便宜一目棋，他能把这个走，我不知道是啊，他跑了，他就是这个，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他然后他应该就能把这个如愿的打，就是说到最后一个对最大的官子。这样黑棋这地方就算挤一下，黑白棋是十、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四个字应该有一个不是提。二十七，嗯，三十二，三五、三十六，转六五、四十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十九，五白棋。黑棋正白棋中间五，正白棋七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六、二七、二八、九、三十、三十六、四十二、四十九目。嗯，这样看好像确实是白棋要赢。嗯，这样盘面六目。盘了几目？盘面六目。好，那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力有点简单了，白棋这样守好一些。啊、嗯，对，白棋还是守中央打，因为中间刚才是大概。嗯，一二三四，应该有个五目棋的价值，等于白棋把最后一个两目拱回走。嗯，反正这盘棋确实非常精彩。嗯，就前面一直在战斗，然后发现尽管黑棋出现失误之后，但是棋局依然很接近。嗯，是，黑棋感觉确实有的时候还是挺奇妙的。嗯，这样的话，黑棋是不是会团一个？哦，白棋这个。白棋这个挤是先手，那白棋应该会先手挤的。顶了挤掉了。走一个。然后白棋再把这个粘住。啊、哦、他虽然单挤了应该差不多。黑棋如果把这个粘住。嗯。嗯，终于可以点点目了。你不是一直都在点目吗？就是说，如果下成这样，终于是可以没什么失误的点点目啊。就是，不然感觉每次点的都跟上一次又不太一样。嗯。大家，今天是我们围棋 TV 上线来的第一百天，我们的百天，百天，百天有什么纪念活动没有？不影响你点目吧？哦，没关系，反正我应该都是点不太清目这个棋。嗯，哎，我听说百天的时候是有抽奖活动是吗？我不知道呀，具体的，导播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不是今天，嗯，怎么样点出啊、哦？我应该点清这棋，这棋最后盘面六目或者盘面七目啊，那就是还是悲剧，就是黑棋应该还是要输一点点啊。好吧，我们刚刚导播乌龙了，没有抽奖活动，抱歉让大家失望了。那个他以为的抽奖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跟 CCTV 五家频道合作的时候的那个抽奖，那大家也要记得在接下来最后的微加两轮每周六的下午之前啊、哦、中午之前提交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大波、哦、这个棋你不会又点出八目了吧？Huh.
哎，不好意思，这个地方黑漆漆粘了一个，粘一个，现在又是好漆啊。啊，比这个明显好。比这个好，有可能便宜用漆。我看一下啊，如果本身我刚才就算白漆这个火，黑漆怎么也白漆这个火，这里面有漆吗？走走走。嗯，我。你现在是七目是吧？我啊，刚才我就点了自己六目漆。但是我现在，我想想，我如果这个地方黑漆便宜一目，刚才就是就看黑漆能不能，就是白漆能不能手指到一目。嗯，现在的目数应该是盘面八目该啊，如果你虎在这儿，就是盘面七目该黑漆下，就看黑漆能不能手指出一目。这边没有漆吗？我确实好像没有漆。哎，这里，哎，但是哦，不，这个地方白漆也失误，被黑漆贴在这儿了。就是说他没走，他没有冲一下，哦、没冲到这下。莫非这漆又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啊！太53、54、55。哎，他提这一下也是亏的呀。这棋我有点没看懂，白棋这个棋是挤一下，是挤一下的话，这个地方是就是一，比如这儿一目，然后白棋这儿没有目，双方都没有目。现在如果打吃，现在就这个变成变得很大，对这个，但现在应该就是被别人打了吧？也不见得，这个地方好像也不见得，他这不是还没马上断开？哦。就还是他还是有可能便宜的，就有便宜的可能性。嗯，现在官子确实是，还得黑棋提一下，把这个一搬粘。嗯，确实，这个白棋，嗯，白棋确实没有办法粘上。里面没有棋吗？就是没有棋，刚好没有棋，确实。我现在再让我冷静的点一下一目。好吧，你点着，我来看看这边。我先把这个棋摆的简明一点，这样我自己也能看得简明一点。好。嗯，这盘棋太精彩了。但是黑棋白棋这地方铺，他要是能猴到，就有可能劈。哎，也不便宜。哦，他已经铺了。铺完。铺了顶了一个。那是有便宜吗？也不太便宜，有什么没有区别？没有，他本身有可能走不到这一下。啊。他还是有可能便宜的。是的，这棋要是最后盘八也是，嗯。现在黑棋应该会走这个。嗯，真是他们的天王山之战也是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确实很精彩。这个。啊，走中。打一下。这走了吗？嗯，现在还没走，但我就是想把这棋走的简明一点，然后点一下。这个白棋收不到这个是吧？白棋收了一个这个。如果走，嗯，哦，狗的时候黑棋搬粘了这个，黑棋没硬。哦，黑棋没有硬是吗？这个，这地方，它不硬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差半目？啊，就是那这个挤的时候，它就是绝对不能被对方把这个截了。如果这个棋被别人把眼破了之后再一尖的话，那就是说我挤的时候你是要说的难看。啊，对，我肯定是要就是怎么团一个是吧？嗯，那我哎，我走了这个，我能这个吗？啊，这也不便宜，我就团一个。这个我想啊，那黑白棋现在打不到这一下。啊，打应该能打，打已经打了，他就是走这个。就是让这个变成一收一目，嗯，然后白棋可以收到最后这个，嗯，是，
我把棋走这个，这棋这地方其实棋谱一直没打，但是我就算把棋打掉了。嗯，但他确实还没有打，然后黑棋补在这儿。哦，是差不多。完全晕了。嗯，是。但我怎么感觉这个棋，黑棋是不是有可能亏了？嗯。这太晕了，现在。哦，现在就是难点就是，其实双方没有亏和便宜，现在只要打的时候，嗯，可以打这个就可以了。就是白棋走到这一下，这个吗？嗯，对，他应该想就是这样想的，这样就是。这个地方是个后手一目，这个、地方是个后手一目。哎，啊，对，然后这两个结晶合适，也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我这个地方跟你差你尖，你我急，这没有目呀，这没有目。那白棋可以收到最后一个后手一目。那吃跟那个粘是一样的。那就算白棋把这个粘了。七八九十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九。怎么老出现这么细微的胜负？哎，白棋怎么粘这个呢？这个收的我很不解。十一。这样盘面八目，是吧？这个棋，嗯，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地方粘一个确实便宜，像现在他粘一个就是一个陷阱嘛。对，他就希望你走，希望你走这个，他提一个给，就是让他拥有一个占尽稍后的权利。尤其像你这种地方，你这地方帮助七目的话，就是里面必然有很多劫财啊。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白棋这地方就是故意不走，他就是想什么时候粘的时候，你去收这个，你收一目，我跟你蹭这个劫。对，他没有必要走。黑棋就是一直都是想，就是收这种，让你把这地方都跟我交换的。因为本身你提跟我团交换，因为我觉得本身这个应该就是肯定不比这个小，但是因为那样多少劫的关系嘛。嗯，这盘棋确实。哦，这个棋居然是盘半，也是。如果我没有点错的话，应该是盘半。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黑棋粘这个应该是盘面八目。嗯。这棋确实。应该是盘八了。嗯，这样应该是盘面八目。其实白棋，但我觉得白棋官子应该给我感觉是亏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他这地方应该就不如不收。是，他这个地方收完之后，虽然先手抢到这个，但是他收成了黑棋一目两，黑棋这有五目，下面有七目，嗯，黑棋十二目。这地方提你一下，你这儿最多是。便宜了一目，黑棋还有十一目，本身黑棋是四目，五六七八九，但那样算双利的话，黑棋本来应该是九目，这边差了三目，然后本来白棋有三分之一，这边是三又三分之一目差。确实，这个白棋的官好像这样说明显亏了，他这个地方被躺在那。如果是同样都算提一下的话，这边他虽然抢到这个，但是差了三目多，还不如。让别人吃呢，我觉得。嗯。所以这个是。这个确实没有收好。对，这次。而且，但是我觉得本身就有点细。本来可能如果收好的话，可能是。因为刚才黑棋大飞这个之前，我觉得黑棋把中间收掉，我是觉得黑棋本身就要赢的。嗯，然后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大飞，你应该就只有尖了。黑棋能先手把这些官子都收了。是。我觉得这个逆收很大。嗯，哦，这个确实是无法想象。
因为感觉黑棋这个地方没有吃住之后，心态应该是明显发生一些变化，然后连续打了几个将之后也不肯走中央，但是感觉最后，不过确实是这个棋白棋最后官子也没有顶住啊，我们刚开始看的有点太粗糙了，觉得黑的打了病这个活确实目差太多。对，但这个地方黑棋白棋最后没有冲掉这一下，这白棋是有机会把这下冲掉啊、有机会，这下冲黑棋本来只有粘这个，我觉得那样的话只要白棋能下出一个手指一目的变化就可以了，尤其它本身这个地方那样更容易有一个劫，这个棋被一贴很有可能就是先净亏三分之一，因为你提跟他团你就亏了三分之一，是，然后这个团如果有用的话那你就应该就亏了三分之二，对，而且正好实战这个形状显然这个团有一些用，对，他如果把那个冲掉的话感觉他是白棋应该是要赢半目的，嗯，所以这棋就是说白棋最后官子这一点点也是差了好多，嗯，没有帮助的最后是，但黑的确实还算是比较幸运，尽管在中间犯下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之后，中间实在太致命，我觉得他当时下的时候应该就是觉得这个棋已经是对方是稳死了，是因为如果说因为他不可能是这样想去收目，对，这个收目的方式也太粗糙了，但我觉得白棋这个中间跳可能还是有点草率、嗯、就他可能虎一个就是在中间虎一个会更好，然后再断，因为那样乱，对，断的话你可能虎也要大一点，这边一粘黑棋特别厚，感觉已经挣不出什么头绪了，嗯，是，而且这盘棋感觉后面双方也是错进错出，我都没有想到黑这个地方虎完之后该黑棋收官居然这么细，不过黑棋唯一的就是把这个棋接到之后这角上先手接了扳了一下，等于帮助一手棋，中间其实目数并没有什么获利，被白棋活进来，是，但是黑棋等于他如果这边能搬完先手大飞到这，他这个目显然比我们刚开始点的要是要满一些，本来黑棋这就点了六目棋，对，而且是搬粘先手，白棋顶到上面，因为黑棋有一定的子也没有什么作用，嗯，不过这还是要恭喜一下陈小野，是啊，就感觉这种、这个因为最关键的一盘，嗯，天狼山是很重要的，对，尤其说明虽然双方后面都有一些失误，但是说明运气还是就是这今天运气还是站到他这边，嗯，是，等于最后谭笑在小官子的时候肯定也有失误，本来是很细的一盘棋，他就是只是把棋连后，尤其我觉得像这个一路粘白棋在分段的时候应该就没有看见，我觉得他有可能白棋是判断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可以粘在这儿，然后他整个的下法可能也有关系，对，因为他像中间打了断了一粘嘛，这样的话被黑棋等于是他这个地方全都走先手被别人硬到这儿，然后被黑棋把这个一贴，他如果就是早一点看到他至少是空先打了粘，对，这地方我就是慢慢走嘛，对，就等于他其实这下断的时候如果对这边没有便宜，那他这下对这边目是亏的，对的，对，他肯定是当时也是没有想他当时肯定是一个连贯的就下，对，觉得这个地方收完之后他我觉得当时他应该这下也是计算到自己冲掉了，应该是觉得当时自己要小胜，嗯，是，嗯，就有网友问你那个前两天的那个半决赛的时候、你跟李哲那盘棋本身不是稍微有一些，对，本身开始应该是我明显不好，嗯，然后等于那盘棋就他有一块空被我就是进去洗活之后感觉稍微就有一点点细了、就是因为黑棋开始也吃了一定目数，嗯，但是后面依然还是白棋好，就是最后获胜就是也很幸运，嗯，他官子上可能也有失误，对，对方官子也有失误，嗯，也是那天幸运女神站在了你这一边，确实确实很幸运了你啊，因为当时感觉下完开始我自己都觉得那个棋已经有点没法下了、但是等于他也是被我活得可能稍微就是有点轻松，就是他当时可能优势意识有点大、当就像这盘棋他搬了搬就当你觉得就是怎么下都行的时候，其实可能是往往你最容易出失误的时候，嗯，是，
也就是说，当你到觉得自己最接近胜利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可能失误的、哦、因为当时对方跟你拼搏，你肯定都会退缩、嗯、然后你觉得亏一点就亏一点，也很多时候也都觉得无所谓，是，这就是比较微妙的心理上的一些，对，不像你可能优势一点点的话，就是你反而会觉得很多时候不能退，因为你退一点可能这一次就不一定，可能反而会下法完善很多。嗯，对。嗯，那这盘棋看一下是已经结束了吧，对吧、哦、对，最后、嗯、黑半目胜、哦、盘面八目。嗯，那也是恭喜长野获得了取得了天王山这个重要的一战的胜利。对，但是也希望谭笑能够调整好在后面。啊、嗯，对，因为感觉看今天这盘棋其实还是从头到尾都非常激烈的。嗯，然后就算怎么说，就是黑棋可能是前面因为白棋下有点薄有点好掉，但是后面也是因为一个小的失误就又重新回到一个起跑线。嗯，所以希望还是希望就是谭笑也能调整心态，后面那个就是也好好的加油。嗯，好，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奉献精彩的对局。对，那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好，谢谢大家。哎，我这棋。